限性更高一些。是，那你好像你也是作为一个球生玩家嘛，而且你也是玩球图，你觉得这个球图应该放在哪里会比较安全？其实把球图你要么放这种大转点的地方吧，对吧？你比如说放一个小房啊，或者说中场啊之类的位置，直接放在中场。对，你这样子的话，你给到自己一个转点空间，然后说不去影响到队友的密码机，对吧？所以如果说你摆在像中推或者说一板一床那个墓地外面的位置的话，你可能会说你转点思路上面来说只能固化，但你在中场的话，你是可以转进墓地也好，转进小门也好，你会自己可以去选择。没错，那这个区域选择的话是刷在小门啊。再看一下他们的一个天赋携带了，其实还比较好奇的，因为我觉得这两周看下来啊，很多队伍他们求生方已经没有选择去双残飞轮了，就保证一个开门战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回防反照，这样子尽可能说哎，三连开门战我还可以去进行一个保平。 对， 对，这个区选择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开局就考虑去往空军那边去抓，而空军带的只是一个双弹弹啊，球头的话是个双弹飞轮，艾丽这里是带了插眼底牌挽留的。对的，带插眼，感觉也是一个干扰为主，也是在追击非常强势的情况下增加一点控场能力嘛。即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比赛由 ACT 的求生者面对 WBG 的监管者解说烤鸭，解说怪咖为您带来 IVIO 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子杰起锥的位置，也是往中场驱赶一下。但这里中场一是没刷技，二是囚徒也知道自己很容易成为一个首要的追击目标，所以提前的一个规避了。没错，带了三彩板一个红方应该是。这边的话没有选择给小王插一个眼，直接走掉。我觉得这边感觉还是要去找囚徒的目标。对。哎，但是这边是红毯直接遭遇了，那这个位置对于球队来说压力太大了。对，太对于歌剧来说太好位移了。是的，所以说选择直接转出去空地的话，空地不能隐约。哎，先垫一下，但是好像来不太及进板。这个垫的话，应该选择要去断一下这个隐约的嘛。但艾迪这边很稳，就是不交。是。那补上一个插眼，干扰一下密码机，然后这边短板架住位置，再补插眼。球图飞轮已经好了，而且也有板弹，看一下这波，哎呦，直接一个恐惧震慑，双弹飞轮的优势完全没有发挥出来啊。是的，但索性是前期规避了一波追击，密码机来说，外面的两台还是有个七八十的。是，而且这把枪可能也可以给到说一个二次牵制机会嘛。野人也是在三连嘛，这个时候直接准备上中过来卡着血救了。这一波的话就反而是前期躲了一波，把自己的身位逼到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导致牵制不起来了。是，他是其实有点怀疑监管不会抓他，准备起修的时候抓了一个这个时间点。对的，那这边也看到丹丹过来卡着。野人的好处就在于说他可以对于这个血线把握比较更精准一些嘛。对，但是也得小心，如果给到机会的话很有可能追双倒，但这里走位的话是比较分散，所以还是选择先续节奏。上电没有好，单飞轮的话这边也不好牵制，选择吃一刀直接转走了。转到墓碑去，这样的话倒到一个亮过密码机的地方，后面艾丽的插眼也没那么好干扰密码机。把挂，其实密码机现在分布看来的话，不太会去形成一个三连，还好。艾丽也是花了多一点时间想给他挂回红毯这个位置，这样的话还可以去干扰一下野人。因为知道中推弹密码机是遗产嘛，所以说直接过去插个眼再回来，那影响到野人的一个获益的话，对于局势来说还是有点难受的。那空军也是过来赶紧过来补救。那就看这杆枪怎么说了，艾丽其实躲枪非常厉害，但这个位置的话很多低矮建筑物应该是比较难躲的。直接给一刀，哎，这样有点明显，先给枪才能救了，不然的话有可能救不了。但是这一波给枪以后两个人都很危险，很有可能要衔接节奏的，但有电直接分散开。这边是一刀飞轮，
这边不能断隐约的话，还是没办法转点，直接交电过来一个隐约，再给一刀，直接击倒。是的，那先交电的话，那肯定是来得及打这个隔空刀的。是是。现在野人跟空军状态都不是很理想，没错。补状态的话，又有可能被艾丽逮捕，就看一下艾丽的嗅觉了。而且密码机差的非常多，现在差太整。对。就哪怕说这个80多的遗产的话，你补开了还差一整台。现在是，这里是让野人半状态骑猪顶一波压力。但这一局其实艾丽的一个插眼的效果就出现出来了。打这种选择要去硬追吗？是可以追的。其实割据处理野人，我觉得可以这边丢两个眼，然后直接走。啊，也可以。对，不用去硬追。因为你去硬追他，反而是给到求生方这边去开新的密码机或者补状态的时间了。而且他也可以通过回溯去骗你野人下猪找一波机会。对对对对对。人皇是一个空军，那位移过来，这边空军他半手里没道具，够直接击倒了。你看那边的话还要拆眼，那这一波时间把控的话，这个眼的效果就出来了嘛。嗯，而且可以打一个皮纹命。对吧，以歌剧的一个位移能力来回的插眼去干扰，而且每一波你就得去想办法抗压，去平衡密码机的一个压力。直接传野人下，野人这边上猪。这波是猪还没有起诉，我可以硬感觉要硬追。哎，哦，还是回溯回来了。那这样的话卡满就密码机有可能够，毕竟的话空军还是比较耐做的。艾莉也很想赶紧找到这个木偶师去逼救，但木偶师这里卡的位置还是比较远的，没有漏一个身位。艾莉是准备过半出去再干扰一波，拖下一个传送。对的，因为这边也锁定到你的人的位置嘛，野人这边住的 CD 没好，越过来这边一个短板的博弈感觉很难，还是击倒了人设。另一边刚救下来木偶师摸人，他是有一个 debuff 的。对对，所以空军既然上挂飞的情况下木偶师又摸得慢，现在野人又要木偶师救，所以是选择摸箱子，想往那边挂去进一步压缩求生者的一个空间。啊，不挂往下去硬找空军，他是觉得求生者现在无非两个选择，一是互摸，二是躲起来，三是摸箱子。没错，来了一下，没有耳鸣吗？密码机附近没有耳鸣，就知道你带个人带在这个墓地里面了。看了一下箱子开了，那就确定他刚摸过箱子。对，我觉得其实这一波下来对于艾莉来说节奏不一定说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就看这波处理木偶师怎么说了，能把他逼到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也还可以接受。另一边空军是绝对不敢修的，因为他是个上挂飞，而野人要交自愈才行。那这样的话无疑是给艾莉开门战多一个筹码。对的，但那边的话好像是摸起来了，也在补状态，这边的话也是赶紧要把空军的状态补上来才行。发现到我要选择换追，但这个位置的话野人上出可以帮忙扛，空军一时半会倒不了。回溯一个护腕弹过来，密码机差的还是有点多。对，但是这边再回去改修的话是平速修的，传送已经拖出来了。再变一次，对，都是用这个诗句去弹一波刀，但是这样的话自己下一波就没有道具了，要倒了，要倒了。那其实也把空军给换出去了嘛。对。这局对于求生方还是有点机会，因为木偶师下也是有个二次牵制时间的。但是最后一台密码机的话，其实还是差比较多。对，30那台。对，野人刚刚是被摸起来的，所以还是有自愈的。但是现在自不自愈真的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密码机能不能修开，去打一个开门战的问题。这边的话也是直线去找空军，但空军虽然没有道具，野人赶紧过来救人。这边打一手拦截救人的话，其实对于艾莉来说局势还是没有太大变化。他其实也可以先打一波手艺再考虑传送，打一波野人可以把尝试把野人看能不能击倒，是来逼木偶师，是这变身之后再回头找野人。野人这边有自骑影响不是很大，隐约断了，但是前面的话距离是够近板的。小门的密码机已经磨了很多了，人皇机一个抽刀，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会传吧，还是说不敢传？这里在传，这局其实我怕密码机压好。对，我觉得对于艾迪来说，这一局局势那个传送交的留着开门战，对，没多抓了。对他那个插眼可以不用切，在当时。那现在这样子的局势的话，求生方反而是把密码机压好，有一个三人的开门战的局面了。给一刀，但这个位置给刀，也行，能处理一下木偶。这个救人给到位置有点尴尬了。对，野人上猪倒是能往小门那边走一走嘛，可是监管手里有传送，传送就还得卡着，早点下猪。地窖就在墓碑，如果空军能点开门，而且排不到野人的位置，等到木偶师挂飞是有可能去保下一个平局的。那边是往小门传送排过去，野人那边感觉可以救人，但这边是直接击倒了，能回数吗？要不选择？也行，也不回也行，他挂飞，大飞之对，大门没点过，嗯，挂飞之后大门没点过，可以直接再去找大门，还有次的机会，还有机会，他得找墓地的，啊，找点门的那一个，对，先必须先去给门压力，可惜就这个自己的伏笔，如果说自己的伏笔打出来的话，这局四抓面就很大了，是，现在是有自己的，野人再上猪。有个猪还能拖一会儿，小门是马上点开，木偶是点开门的话，假如野人，这撑不住了，撑不住了，这走不掉。有蓄力刀，外边的话也是点上门，感觉应该是有人跑一个了，九十多的门嘛。总的来说，艾丽这局还是尝试了很多这种换节奏，对对对，最终是拿下了一个三抓，因为当时我觉得。杂技可能架不住，但是空军跟木偶师就还是比较容易架住，而架住的情况下，眼的一个作用就很大了。看区选上面，中场的空军，小房的木偶师，然后三连的一个野人，那最后一个应该就点在小门靠近墓碑这里了。杂技，杂技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不太能够去转到大房这种长窗点。哎，博弈的选择也有跟上局有所不同。对的，是选在三连这里啊？难道说他对野人有想法？那不太能有想法。你可以逼他上猪，但是我觉得对他有想法是不行的，是对吧？你可以逼下他的身位，然后再转中场嘛。那直接去小木抓木，木可以拉小门。整体来说很难干扰到密码机，而且小门的密集板区也让歌剧非常烦的呀。其实这个阵容对于博弈来说，他守追的一个节奏就不好把握。还是得去中场找一下空军。对，中场找一下空军，我觉得更好一点。来看一下，带一个，你看，带兴奋。兴奋，那就可以考虑什么？先逼猪。没错。因为你太早去找到空军，空军一赶枪，你这个兴奋一整局都意义不大了。没错。好的，现在进入比赛，本场对决 ACT 的监管者对阵 WBG 的求生者，有解说怪咖，解说烤羊，为你带来 IV 老师是赛况解说。看一下博弈前期去避一下野人，回忆这里还得多小心，提前上猪，那可以拿点存在感，趁野人这个移速还没出来，是甚至直接起了杀心了，这是一个回溯，但是绕一个大模型的话还是能绕一绕的，算了，去换人，但是这里已经开蹲了，换核没有找到，知道你的目的啊，那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可能找不到的情况下不好说，这个兴奋就闷手里了，有点。对他觉得空军会修，对的，但是这边的话还是没有看到空军的一个位置，包括耳鸣也消掉了，回溯过来，但这边的话并没有察觉到在窗口附近啊。对，这再找慢翻能听到吗？也没听到，听到去小门了。那这个的话其实白给了开局的一台密码机节奏。然后手上而且还是兴奋，然后你兴奋去抓一个杂技，杂技，哦，再回溯再钓鱼，非要把你这个空军钓出来不可。但其实这一波回溯的话，其实反而是给到身位了，是你现在白捏一个空军，白捏一个兴奋出来的话，你追空军其实空军也不亏。
你没有闪现的斩杀能力，对，大不了对对对，我这个枪我不交了，就不交。这边的话留个残影，逼迫一下身位，但这里同样也可以整个空地去到小门的位置。你看空地选择交枪了，不交不交，那就闷住。这个身位的话，交了枪甚至不需要兴奋的，可能打个解差的，是的，所以还是求稳一点。密码机的话已经是接近两台半了啊，快三台了。还能有一个牵制的空间，墓碑的板子都还在，一个抽刀，哎、这个抽刀可以很关键。如果这刀没抽到的话，那墓碑三颗板子任你踩。对，那就三台嘛，踩完三台、啊。野人已经提前骑猪过来准备救人了。但其实这一局密码机的一个量还是非常充足的，两台新的密码机已经在起了。而且野人上猪你也没什么一个拦截的说法。对的，空军还耐住。这边虽然说早就看到野人了，但没办法，隐约刚刚还断了一下。拿猪拿一拿，一会儿更早开二阶也舒服点。啊，这感觉这个椅子已经坐了。哎，提前下猪，这样的话自己猪的 CD 也能够有保证。一个抽刀，哎呦，换到了状态。对，但这把枪现在就很尴尬，没人能捡。对，没人能捡，然后你交也不是，不交也不是，就可能还是得救一波去逼个兴奋，但是收益也不大，因为一掉状态的话，对整个阵容来说也不舒服，野人再过来救一波还可以。对，还要再救一次，然后这波逼兴奋，然后看一下能不能也有点牵制空间吧。但我觉得很难牵制，因为墓地这边的一个短板全用过了，是，也没有飞轮嘛，双弹的话很难有一个弹射点。提前下猪，回刀，这波枪得直接不交吗？还不交，想扛，等扛刀转进一板一窗的位置，给到一刀。那密码机的话，现在两台还有最后台的话还没动。其实可以考虑切闪嘛，如果枪打不到的情况下，因为如果再拖下去，哎，回速过来交枪，兴奋。那还行，还行，那跟切闪是一个思路。是的，而且这个兴奋这个点去逼出来的话，会导致求生方这边开门战的话，尽管是没有技能的。我觉得这一波是不是得直接去蓝密码机好一点，拖技能，逼一逼道具之类的。但蓝密码机机子就开了，这波很难抉择。其实要挂人，挂人逼你来过来救，然后拖时间，然后尽可能把自己的这个技能拖好。这样的话就没什么拖的呀。对，只能说一个人压机，一个人在脸上，所有人位置是确定的。对，再过来直接贴点救，不给你技能喘息空间，救下来，那分头跑。直接给一刀，亮刀，亮了以后起猪都不好处理，包括开门战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定牵制能力。没错，这边速度也提上来了，直接选择往小房转，这边再去管大门的杂技。杂技很自信啊，点门慢也在点顶压力了这一波。手上的话球也是满的，基本上没交过。这里也有回速的压力在，一个跳球，回来，回来，有一刀没有。还只剩一个短板了，哦，抽到了，抽到了，但技能好不了，好不了。对，小这把枪开，这把枪在那个节点交的话，对于监管来说，他就是没办法有个开门站传送的机会嘛。目的达到了，对，达到了，是要把你这个技能吃出来。就感觉看了一场什么，就是两个队伍的勾心斗角，就是我怎么去猜你的一些技能，我这把枪留到最后的话去破招，破你这个兴奋这一招。对，对，其实这两局有相像之处。区域选择上面应该大概率还是常规的这种区选，中场放个救人位，对，然后学校门是个心理红蝶盒的勘探，再加上区选有意思啊，这个区选是什么样？就是他让你的伊斯人跟艾维这边跑的一个方向是相反的，没办法说第一时间可以同时去一个同一个位置干扰嘛，对，哎，但这边的话三爷是选择在了独栋的位置。那能锁墓碑或者马路机。前期的话也能够去往心理那边压迫一下，心理牵制艾维就看第一刀的一个拿刀的时间早晚了。对的。中场的佣兵也要考虑一下自己要不要开局修，因为开局修很有可能就被技术干扰密码机了。
张狂漫流闪现，球神这边的话三个飞轮，那顾客这边是带了双弹飞轮的一个天赋。是的，那三个飞轮的话其实是防到了，就是你万一二阶也给到一波飞轮出圈的机会是有可能废掉的。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比赛由 WBG 的求生者面对 SAT 的监管者，也解说烤鸭解说怪咖为你带来 IVY 实时赛况解说。是把自己的医生先叫唤出来，然后去干扰一下红蝶，这里得小心，如果没操控的话开局就撞车了。先干扰一下勘探，也没有想抓的任何想法啊，中场也不在密码机面前，这样你计数了也干扰不到密码机，所以医生可以在这边等一会儿。本体还是要去找一下心理。哎，这边喷一口直接复活，要直接追了。对，因为本那个一四人已经喷到了。没错，也是六十的侵蚀度。这波直接往中场来，是扛了一波压，想抽刀。两个短板已经下来，得踩一块，得踩一块，不然一会儿一四人吼到了都不好处理。都快好了，吼了，但是被躲掉。有的非常好啊，但其实里面前面两个板下了之后，这里不好转型板。嗯，粘土球封下路。等下一波一四人的配合后，有点防反绕了。飞轮提前交，空刀敢翻吗？不敢，给到一刀。对，前面闪现没好的情况下不翻的话，这边就不太好翻了。是，那就双线操纵去追击了。看一下，可以尝试先一四人干扰一下密码机，对，然后再吼一下，没吼到的话，等下波计数也行。没错，因为闪现也好了嘛，现在不着急。吼一下，吼到带出。掉下来了，一失足成千古恨。这，那身上侵蚀度清零了，现在只要防止这个闪现能打到刀就行。对的，这边有个跳球，燃烧球可以拉开距离。这边有两个陶片，倒还行。对，闪现道具已经交了，飞轮也交了。这波闪现，只要自己不失误，想摊，这摊板子了，为二六做准备，你可以这么理解。可以吧，把人先挂上，然后这边的话用医生去干扰一下过客的一个密码机啊。因为前面干扰一下回忆这边嘛，所以导致密码机可能说还是差用这一台。先吼到一下，那现在的艾维其实是可以考虑在椅子上打一点手椅双刀手法的，直接救。但是来不及，已经把人救下。这个下乙扛刀还是有点机会，但同样的杂技其实下乙之后也是跌到了一个十九的侵蚀度啊。对，那这样的话已经开出二阶了，就没什么很大潜质的空间了。对，不太好溜了。出来二阶落地喷，直接祈祷。佣兵要再救一波。可以考虑移情嘛。但佣兵是最好是把这个密码机补开，交换过来硬救，我觉得也有可能让勘探救了。你看这一波的话，佣兵其实可以没打算过来，勘探也顺带三个磁铁，现在不适合修机，说实话，三个磁铁有点想蠢蠢欲动，想过来操作一下了。看一下这边直接弹开，先无伤救，而且这个位置非常好，是没有这个想闪，预交了还是。那可以捏着球啊，你一计速会跳出去，这个特别好，因为什么，就是他现在是没有叠到这个下乙侵蚀度的。喷一口打，先吼一下，跳出去，跳出去了。而且一四人刚吼过，还得等下一波吼，看他远可以过来 OB 闪现，看这闪现怎么交。前面的话飞轮也交过了，球的 CD 还有三秒，逼闪现交出来。那你这个节骨眼交闪的话，你后面就打运营的时候就没技能了，只能硬拖了。看探员也还在，对，磁铁已经丢好了，但这边侵蚀度比较高，直接往回牵那也不打算 OP。对，还是保平吧。没说法，就是骗一骗。最后一台是中场，看一下有没有三连啊？妈，那个应该是墓碑中场再加一个独栋，一条直线，可以拉开修。那中场完全不要了，我觉得真的完全不需要了。现在去修墓碑吧。现在其实最能扛压的是心理嘛。因为心里有一多一格血，
他有个容错在。想吼一下。只要你是人在这边，所以说尽可能带着密码机不给去技术到密码机附近。回忆已经多修了，直接起台独动的一波二阶可以，没清掉侵蚀度，可惜了。对，这边心里的话也是感觉中场在主队三一来说是有一点独抓机会的，因为现在可以去消耗状态，包括道具，对吧？为自己开门战去做铺垫。对，你打得越久的话，他的一个场上技术逃片就越多，其实对于他来说，后期控场的一个灵活性就更高。没错。这边再补上一个佣兵的技术，又技术到密码机了。对，这样佣兵就不敢修了，然后再等下一波二阶。假如有拿刀的一个机会，那就等于是你密码机没摸多少，你状态一直在掉。是的，就现在就可以等闪，对吧？我有个闪现击倒的机会的话，还能控场控控场跟控那个二阶密码机。落地是99，九极限，有飞轮顶掉了前面，这里刚好有个这个逃片的区域。再把一森控回去，那两台都在修，中场也在给压力，其实现在就是三方面在给。他应该能猜出来勘探员是没有回光返照的，弹射也当面的加过速了，飞轮也交了，所以他下一步再等一个二阶再处理勘探，勘探没飞轮的情况下只能依靠磁铁，只要开门战的时候手里是一个没回光返照的人，就是有机会去多抓的。对，但这边的话也是直接给勘探移情移满了啊，给这个机会突破。对，然后现在密码机的话是站在佣兵这台，然后中场心里嘛，然后墓地这个位置的话，等他技术完逃片之后就可以开始修了。没错，中场板子还是得处理一下的。这边压迫飞轮，飞轮好，闪现口震慑，很敢交。其实有这个机会闪现震慑，但是你交了之后，你后期。这闪现不一定开门战能等好，我觉得是战术，密码机其实是够的。你看，对呀、留了应激，留了应激。我知道密码机够，所以说就三星太敢交了。我的意思就是啊，交了之后反而是把自己开门战有点陷入被动了。对，密码机已经压好了，就漏了一个破绽给你，其实是个陷阱。对。那逃片一猜，佣兵这边暂时接触不了密码机，管不住，弹开又是一个弹开无伤就给一刀勘探，那直接通电，那佣兵这边可以直接点门，那本体还要去压佣兵的门，佣兵有护腕，这个开门战还能拖一拖，嗯，硬点了，因为没有闪现他也不怕。是的，而且刚被计速过。对，心里这边的话先去点门，但首先飞轮没有好。这里计速一下，把伊斯人召回来，先把门守住，再想办法。但是你看这个闪现，猴年马月能拖出来啊？等不好，等不好，现在就等不好，很尴尬。甚至这一把拖得好的话，有一个风险啊。是的，然后现在是去追线，然后再去哎，没错，来看一下。好，这边再给佣兵一个技术，那没办法，他必须要来回的说把哎，这边思路改变了，你看现在就是比较正确的一个思路了啊、已经架住这个心理了。但是挽留时间的话，其实是可以在差不多，你看到没有？闪现 CD 50多秒，这边挽留60多秒，闪现好，闪现好，好了两三秒后就快了，架住，他知道这局势其实不是瞎想那样了。飞轮没好，那就等侵蚀度满了，就基本上要倒了。哎，但这个传过来有二阶规避的说法吗？没有，还好。晕了酒，就是个平局呗。对，那保平了。是，也没有任何想真的想法，因为再拖下去也知道闪现好了，这边门也不多。对，没机会的。不能再拖，因为再拖下去的话，求生方这边肯定是能运营出了一个三跑的局面的。是的，人尽可能的，越早结束掉心理的话，越对自己有。也是艾丽的熟练手嘛，上地图也很多地方有一个封夹点，楼梯封夹，或者是这个跳楼点墓碑长窗封夹，熟练度还是很强的，很高的。地图选择，阵营那个区域选择，佣兵中场啊 ，L 型，不太好去针对某个角色，要不选红地核，直接去 B 杂技。或者说直接抓调酒，调酒这个位置其实前期牵制一会儿在墓碑，然后想办法无伤做个车，因为路头确实对电车哥哥没什么办法，没有反射空间。
而且调酒师你基本上吃一刀上车之后，你这瓶酒一定能回上嘛。嗯。再看一下选择在红队符合附近，这样子的话也是给到杂技一个转进目的的机会。逼一逼，你两个人都得走。对。嗯，你调酒师一旦往中场转，那我有可能就直接去抓调酒师了。调酒师这个位置只能往甲门拉，那我可以慢慢的勾过去，或者说铺垫一下夹子之类的。看下天赋的选择。底牌挽留加闪现，那主神方的话，双弹飞轮的杂线员，然后双弹的调酒以及飞轮的火灾调查员。嗯，那是没有飞轮的调酒师的话，一旦在回酒过程中去被勾过去，没操作了。好的，现在进入比赛方面，本场对决 WBG 的监管者对阵 ACT 的求生九，解说怪咖解说烤鸭，为您带来 IBL 实时赛况解说。开局去逼一逼伊森，哎，一追二，而且调酒师这个身位给的好近啊，刚刚。啊，但是他封夹子应该是想死抓杂技嘛？对，送我杂技去了。哎，这个点位杂技可以先不转窗，要选择跳出去。这边如果说跳的好的话，是可以跳出去的。对。因为杂技在制高点的时候是不会踩到这夹子的，是，但是道具已经交了，前面是有机会一个勾拉近身去第二，哎，敢翻吗？哇，啊，有一个模型，有一个模型挡的，对，第二个球去出来，道具交的很快，嗯，再交个红球，反向盖板给自己造一个弹射，对的，那上二楼，假如能上去的话，窗弹也能够想办法交交，这边可以再封一个夹子。哎，没有选择封了，那直接跳楼，弹射还没好，这样就循环起来了。嗯，这个勾，还是勾到给刀，直接跳，哎，跳球吃刀。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身位就把握得很好了，而且给到了，对，闪现也好了，飞轮有一个博弈机会。飞轮，你看红光贴近还是比较担心。哎，空勾一个球想上车，给了。这样子的话，其实一六道具是交的挺多的啊。交完了。对，交完了。然后飞轮也交了，而且还暴露一下自己的天赋。这里还有一点干扰密码机。两台半，然后看一下用的点位直接卡在附近。这波手椅上来说得提前一点。就是可以接受过半，但是绝对不接受正手。一旦救不下来，那这个节奏可能要往下走了。对的，给自己点博弈空间。出钩，还有一波博弈的机会，还行，两波博弈都没有拿到机会。嗯，这短板博弈没道具了，那就往角落倒，挂的久一点。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佣兵这个血线还是得换人来救啊。喝酒了以后，如果被一勾一刀，还是容易上岛。没错。最后两台也刚开始破译没多久，喝酒了，而且爆了一波点。艾莉是知道一个来的一个方向。脸上密码机没开，那如果说让佣兵来救的话。这就真有可能双倒，双倒其实没有什么太大拯救价值。对，我也觉得要没道具了。对，还是让调酒过来了，压着先吧。应该就是卡一卡，反正佣兵也可以直接顶压力修。嗯，火灾也能顶，技能是交过的情况下，这里丹丹也先走了，都不给压力，都走卖了。那也是爆过点了，所以说张雨伦大概附近，然后现在的话，艾丽也是解锁了接钩。赶路能力上面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钓鱼回来，知道你要回来补。对，我这一波击倒在遗产的话，其实水源方是没有在圈带走了。勾到，他可以不着急打。对他想等下一波勾直接秒掉。对的，现在就等你看你选不选择回酒嘛，给一刀。这样子喝酒的话，你这个时间上面我下波勾又好了，放个夹子感觉可以啊，夹子 CD 了。
那二姐给我拉过去，哎呀，这哇太难受了，卡脚。哎呦，这个卡脚毁了。这里想直接来个奇迹勾，那感觉这个九是回上了，回上了，回上了。对，但其实回上了也能勾到的话，也能杀，还是有机会啊。兜一圈过来，先勾模型，哎。哇，如果说这边勾倒了挂遗产密码就要多开一台啊。是，但是这波没有击倒的话，后面甲门也被补了。不勾下来再击倒，那密码机的话应该击倒就只剩下最后一个35%的密码机了，就是差这个独栋的这个密码机。嗯，可惜了，挂在墓碑外。他可能还吗？想想，不太知道密码机，对，我觉得传送主要是铺垫开门站吧。火灾你不好也不好解决呀、啊，主要是。对。单单来救的话，至少保证开门站的时候佣兵状态不好。没错，而且有个问题就在于说这边不好牵制。蓝调酒师也没道具了嘛？对的，这个点位下也是不好牵制的，交互万救。卢沙两个人都没道具了。看怎么说，先打佣兵一刀，不让他满状态。要选择追佣兵，把调酒师位置压在里面，非常聪明。对，调酒师要去点门的话，得佣兵能撑18秒。对，得绕一圈。佣兵这边护腕已经全部交完了，这边的一个短板的博弈，看一下，这边选择放夹子，然后再压钩子，压破勾到了，这边可以给一刀。那这样子位置也不在这边，不能点了，不能点了。调酒先，首先不能点。其实艾丽是什么？她真的开门战的时候，对求生者心态把握是把握的很准的。是的。这时候再要赌位置了，这个位置点位，对，感觉要赌移形啊，选择切传送，那就先勾嘛，先去排调酒位置。另一边的话，他要排火灾，嗯，基本上是一定点开门的。对，传过来，那放夹子，这边的话没有飞轮，只有火灾有飞轮。火灾的球也告诉我们，他在独栋，想去救人。钩子 CD 断了，所以说立马赶回去，但这里的话。时间上能来得及吗？应该能先救下来，秒勾，先救下来能吗？一个弹，弹到脸上，先救下来了。是的，但是两个人都在墓碑，就被就压住了。对，谁往外走我就抓谁。哎，有电车，选择直接平 A， 最稳的方法这样子是。嗯，墓碑门也在点了，等挂完以后，那肯定是能够点开门直接走的。对对对。而且钩子也在 CD， 应该是平了。对。就这个手艺方面，依次追击还是一个难点。看一下曲雪，因为这局肯定还是冲着多抓去的嘛，拿运出来要真多抓的话，有点困难。得救啊！对，比分不同，但我求生方可以不救嘛，现在就这个道理。对，你击倒之后我可以选择不救或者说压满，所以说对于你来说压力还挺大。那区选来看大王附近的囚徒啊，选择散门的十字形，这里的话前期也可以把救人位的密码机先封一封。看天赋选项，王教练握手，看他们带飞轮多不多吧，这点也尤为关键，能操作这个瞬机。只有一个飞轮，两个化险为宜，双弹的一个过客的，其实他也能克制鱼女，我等你收杀的时候我再交球，我也能弹出去嘛。对。好的，那即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比赛由 WBG 的求生者面对 ACT 的监管者解说烤鸭，解说怪咖为您带来 IBL 实时赛况解说。
边的话也是丢叉封一下中场的密码机，然后再转思路去找一下球生这边投篮的位置。看到了，对，但是不好追。其实囚徒牵制鱼女，我觉得还是挺有优势的。嗯，来自 S 囚徒的一个肯定啊。这边也是偏向翻窗，但前面的话要包个立体水线很难。这边窗弹消耗掉之后再转点外围，反绕回去，那这边可能要交一个电了。对，交电进这个板区，当然得等收叉。哦，不着急。选择收叉，这边再包，为了架住收叉断，打断了。对的。但是这个板子下得有点尴尬。对。把自己拍里面了。看这边的话有没有连过这个线圈呢？已经开出一阶了，这个点位的话就是基本上要等闪现了，一直在骗骗你飞轮，给你交，其实他就是笃定你去交嘛。对，零点二七实在是反应不过来，木压木压不了，只能说我留个飞轮二六的时候，说不定有操作空间。没错，那这样子的话，反而也是给到了就是方这边一个机会点，就是说要去救人。嗯，然后监管这边可以打一个救人上面的优势。对，点密码机，把密码机封一下，包一下。那其实这波干扰的其实就是要救人的科技小丑，无所谓。哎，这个无伤，好，打着对。这一局这样去打的话，后面大副也没有什么救不下来的一个太大的风险吧？大副的一个救人能力，囚徒也很难牵制到开门站。哎，给开二阶、啊，想来 OB， 想来 OB。哎，没开到二阶。牵的火箭，看火箭。这波有耳鸣我都不会签，对不对？就现在碰到哭泣小说这种角色，是的。那还行，密码机整体进度来说还是能接受的，而且这局三星是带了一个张狂挽留闪现的一个天赋嘛。嗯，张狂前面已经暴露过了，过来又无伤救一波啊，就是不给状态。那你能不能坚持就看你自己了。对，后面每个人自保能力都很强，都省了道具的。对的，现在有电也有飞轮手上，但这个短板架住很难受，这边的话不能随便翻。哎呦，这太快了，这出刀。对对对，两个两波拿刀都是给架点架的，有点难受了。是，这把飞轮没用出来有点可惜。是，还是第一刀出的问题，那一波板子其实可以不下，对不对？下了有点。把自己架在点内的，对，电他电交的很好，当时断了一个输差的一个水器，对，板前面是没有任何压力了，其实当时，嗯，那看一下密码机，已经就差后面的一台四十的机子了，对，然后整体其实遍地都是遗产的，大遗产都快亮了，特别多，现在看道具都很多啊，就打监管的很懂这种，就是。太富有了，求生者。嗯，也是找一下这附近的求生，但没有找到。然后也是非常细节，多开一台啊。对，反正不着急嘛。鱼女她的一个追多抓的面，基本上就是守遗产，或者说利用自己的二阶守遗去。其实这一把对于求生方来说，他们自己把握的很好。为什么？因为他们两波无伤救。就我一刀状态都不给，是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溜。如果说你能溜就溜，你不能溜的话，我们就不给状态，也是能拖出时间。而且后面几个角色自保能力很强。对，那这样你还是闪现好了，你还没办法击倒人。哎，来收杀，所用闪现。那这个位置别再又交闪了。那其实正好留闪现的话，这时候交也可以吧？对，能接受。打一波手椅，那但是他这波两个球废掉了，开门站没道具了。对的，对的，对的。就火灾牵制鱼女，还是得注重于躲这个冲刺啊。对的，而且压到这边机子再过来收圈，还有一波冲撞机会，直接叫怀表了。看另外一边也是选择换位，第二段表没摇到，但是也干扰到密码机了。还有一段表，先摇一下，怎么样？哎，想打震慑有点，但还好。哦，他赌他过，赌他这个卡半压过半这个说法吧，应该是。对。压制这水器，爆了。哎，有点，这样。不是差两台啊？
这波再去针对这个火灾，如果能针对到的话，是有可能减员的。那交给火箭，先帮我拖时间。但是手上的话没有球，火灾也没飞轮。对，哎，这个有点卡尾巴了。没错，能撑到3%密码机吗？这边收差也不敢收，估计出不来，爆水器。能撑，应该那边已经贴着密码机了。对的，这边在骗，那应该够了，哇，还好撑。这辆，那这样子下来开门战的话，其实没有好。啊，另一边门点一点没问题。对对对，就击倒这个过客还得挂嘛。就硬给十刀，而且逼你踩个板。另一边门虽然点的很晚，但是总归能点开的。就你挂人的时间怎么也得十几秒，挂上以后再赶到门，在8秒以外那门就能开，还摸了个球，啊，在门口秀一波球技。就这个天赋的话，他只能打手语上面的优势去阵营。是，说白了，就是像刚刚的话，开门战之前，如果再能把火灾挂上一次，挂飞是吧？那这局对于他来说就有机会去争个三。是，这把其实来说，我们看到会不会异形加枯寂小手都能拉点？这个版本有异形。异形。对。因为首先你想一下，你再怎么拉点的情况下，我有移形的话可以补足这个距离。好，没问题。嗯，看一下人格加点，基本上无论是打蜡像打使徒都是要双弹拉点的。对，就相对来说带移形没有斩杀能力，万一你只是移形过来拿一刀情况下，我下一波再交道具，或者说赌点赌对去抓古董商，看他这个选的时候怎么去选择了。啊，古董一定是选拱门中间，拱门中间这里拉点的空间太大了，无论你选哪里我都能兜一圈以后再去大跑。对，那看一下中场的一个大副也得小心，很多蜡像师其实对大副也有想法的。对的，就是反正你隐身归隐身，我是横扫啊，或者等你摇怀表嘛，我先退嘛，因为我可以去远程给你控蜡嘛。对，往教练握手，看一下人格加点上面，因为要多跑，有没有可能去多带几个化险唯一，比如说什么飞行家或者枯寂小丑？哎，三个飞轮，那这个天赋赚晕了。没事，飞轮卡蜡，庄园神话。然后艾莉这边是带了一手移形底牌挽留的一个天赋。嗯。好的，现在进入比赛方面，本场对决由 WBG 的监管者对阵 ACT 的求生者，有解说怪咖解说烤鸭，为你带来 IV 老师是赛况解说。看一下标题追中场的大副，啊，逼一逼，越逼手，封一下机子，这里是对大副项目啊，嗯，因为他是保平，他如果说能把圈闷掉的话，其实这局对于他来说保平面很大。对，而你要来争多跑，你要来救开二阶以后，你每一个都只是废人。这个距离非常近，如果说不交怀表的话，有刀了。这一刀开得特别快啊，但是怀表也交不出来。现在对你一个怀表交了以后，你那个中空期是很容易再给刀的。对的，现在你看我就远程控蜡，那这样子给到你的话，你就必须第二段表也要摇到。但是对于艾莉来说可以回头，没有选择是硬追你一个怀表位置。但这边的话走位非常好，堵到了，找到位置了，第三段表就别给摇了吧。哎，打坏了，这再一个蜡块，续上蜡，85移形过来真攻击，再给一刀，三刀第一波，那这样子的话，你救下来一次，我就二阶了呀。对，而且你现在没有圈，还干扰机子。哇，这局，就你一个怀表，其实三段都给你摇到，也给你拖出来，也就30秒。对的，这个时候26不只要30秒，26可能要90秒才够。对，才有三跑的面。啊，直接本草纲目，这是艾莉最喜欢的啊。那现在对于这局来说的话，哪怕古董商过来你也没办法，就没有办法去
创造上限了呀，对吧？高喷过来，高喷过来，但是你还是要给刀的。给刀以后，飞行家有点危险啊，因为他现在飞轮提出来，在这边表再交一次，再赌一下位置。哎，就给你三十秒，三十秒其实相当于一个化险为夷多一点的时间。古董来了，来了，得来了，这波再不来就来不及了。想换抓？换不了吧？应该只是逼一逼。因为现在没二阶，如果说他二阶的话，古董上就没什么效果了。那保活了一波，蛋蛋上二楼啊，身上的蜡也能清掉。这边还要再让鬼小手过来，鬼小手要么鬼小手来，要么就古董上再来补棍。先调一下状态，现在状态也不好呀，密码机差的时间太多了。没时间调了，没时间调了。那这波没有人来辅助啊？那这波击倒之后二阶了，因为这局对于ACT 来说是要去争赢的，尽量不让他开二阶，在二阶之前就你保人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就现在的问题是我来保人密码机也不够，那我保人的意义在哪？就你保就保外面两台密码机，不是你这就是这个意思，你不然的话你现在开二阶了没人可以保了，差太多了。对，你是差太多了，没人可以保了。古董商来救，有个飞轮，看这个飞轮吧，看这个飞轮能不能说创造一些机会出来。但是我知道你没化险，大概率是没化险为宜的情况下，那我就打针队吧。对啊，打针队，不出刀都行。哎，火拉一开，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该继续喷，只喷飞轮躲一波，很秀。掉了，但是还是没用，还是没用。现在的话再喷，扛刀扛蜡也能扛死呀。对的，对的，对的，就是扛嘛，就是现在就是扛。然后倒了。那这个就没什么办法，就是有个火箭说交的有点早了，那挂飞，而且有节奏衔接啊，密码机后面还差台四十，而且有底牌，状态也不好，不好，把火箭刚还交过，现在唯一的就灰小子还有个火箭，压力很大，但这局的话，小熊那种会不会是运营吧？古董也没道具了，移形包括技能还在，而且这里是站住还压住了一台四十四的遗产，对，多修了已经，卡满就。那艾丽是可以考虑过半以后移形过去堵个蜡，对，把它封住，把密码机封住就行，也行，先移形，封下密码机，要换追呢。我再回去把这个看能不能掉出来，没打算救狗狗，只有一个火箭了，密码机不够，你也得先救，半状态必须救下来，那得怎么样呢？我看我知道你大概有飞轮，那我就一直喷就行了，我也不出刀，对，开二阶躲掉了一刀，想骗椅子刀直接被击倒。再把盔甲手挂上，虽然说现在技能真空期，但是也知道你的人在那个遗产密码机附近嘛。对，而且飞行家的位置也是确定的，就在那边。还有个背包，也没高喷了，能听到耳鸣了，马上听到了，他会觉得先拉点，没想到就在狗在密码机附近。想去救，想去救，能看到脚印。哎，这边应该看到脚印了。转角看到了，那能先救下来，应该三个背包是能，三个断喷是能够救下来的。对，救下来以后何去何从呢？两个人都。二级一开，飞轮。哎，飞轮很秀。这时候就是展现一下个人能力了。还是被喷倒，那狗狗也没道具，在脸上补，密码机还在摇，这边也是绕模型，大模型绕移形的话就几秒好了，所以说可以压制一下位置，然后叫移形过去。这里已经想直接用飞轮过来硬救了，闪现骗飞轮，没骗出来，拉快能直接扯吗？又想骗蓄力刀，那艾丽。老监管了，太懂了，那也是恭喜微博
拿下直接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没错，这局就选取了24%，非常哎，当然捏捏的这个艾维我们已经是非常熟悉了，非常熟悉了，夸过很久了啊。好，来看看选点方面，桥上给到野人起点的小女孩，然后鬼屋和鬼屋桥分别是火灾调查员以及飞行家两个比较能溜艾维的角色。那小女孩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对，因为前期的话她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嘛，我到底是就地修还是说去传送一下。对，是这样的，感觉前面的话可以先修一修，毕竟身位离得还是比较远，可以看队友的一个爆点嘛。对，看监管者的一个动向。是，我们来看一下天赋上的一个搭配，妮妮还是张狂挽留带了闪现，求生者这边是小迪的小女孩跟笑笑的野人带了化险为夷，对，很 MRC 的一个天赋携带方法啊，小女孩作为一个救人位出现。好，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家的监管者对阵到 MRC 的求生者，由解说幽懒痛和解说初夏为你带来 IVL 实时赛况解说。好的，也是本体一四人分开走啊，往桥上驱赶和往红马方向去追一下花瓷，不过想追击的话一四人不收回来追到花瓷应该是没什么可能的。嗯，本身就是飞行家非常好牵制的一个点位嘛。对，这边给到笑笑一个寄宿赶紧收回来，就这个点的话不会干扰到任何密码机啊，笑笑前期牵制了一四人一段时间，而且没有干扰到自己的修机啊，绕回去直接修就可以了。是的，本体一直在跟花瓷进行博弈，但花瓷这边的话呢也是走出了这个范围，准备在这里交一个大喷吗？感觉是可以，还在博弈，只要没有失误、大喷走了、直接大喷飞出去了。对对对，其实前期牵制艾维的话主打的就是一个稳，对吧，只要稳着来，其实道具消耗不消耗的倒是无所谓。好、这边是满侵蚀度拿了一刀，其实对于花瓷来讲也能接受吧，毕竟是满侵蚀度不是高侵蚀度拿刀，而且这个时候的话道具跟飞轮双弹都是好了的。对，前面的话伊斯人趁着下来这段时间里去干扰一下鬼屋在修机的，但是干扰不了，但是奈奈的话利用火灾调查员人躲在球里了、干扰不了，那就一会儿吧，看了一眼等会儿，对，还是先追为主、对，先追为主，然后花瓷这边也是为了追求一个安全身距，赶紧把自己的技能交了之后再接自己的一个板弹射拉走。现在身位还是会比较近，而且前面是个空地、对，监管者追也起了，哎，现了一下，飞轮骗出来了，这下板之后这个闪现可以交了。那整体下来的话，牵制是已经到了两台多一点的密码机。嗯，是的，其实我们看这个牵制路线，会发现花瓷它从终点到了起点，牵制到了起点，是的，对吧？整体的牵制节奏还是非常可以接受的。那看一下这一波是谁先过来救援一下，因为他们化解比较多，笑笑已经到脸上了。嗯，笑笑在脸上，而且倒在这儿其实也不太给到妮妮他去干扰密码机的机会。是的，野人救援的话就尽量卡的，哎，不过这波选择直接下来救了啊，为了避免救援上发生一些什么事故，先救了，然后杀猪防自己双倒。前面的话应该是能走地追到的这一刀。给到一刀之后直接选择倒在了坏木马附近桥边的位置，那下一波救援的话应该是小迪要出马了。哦，这边趁火灾调查员离开自己的球的时间给了个逃避，给了个逃片啊，还是尽可能的拖一下对面的一个灭瓦机节奏。对，小女孩那台密码机点亮了，准备贴过来，这边捏捏的话还是想往二战方向去挂一挂，控一下起点这边密码机。笑笑这边的话他可能就不太舒服了，因为本身就是半状态。对，然后起点这局没机子啊，他主要想修二战，但是你修二战的话就意味着花瓷他带不走。 对吧，无论往鬼板冲还是往坏木马冲他都是遗产。对，当时鬼板的话也是一台遗产嘛，而且20秒的时间不足以让他带走。嗯，下一下这波直接推远给到一刀，会有 A 晕 A， 那这样的话能打一个双倒，必须要打。前面的话看一下花瓷这一波的一个牵制，其实基本上等这个技术 CD 好了之后就没什么方法去溜了啊。
这边的话还能打一刀笑笑，是的。那这个节奏有点难受了。对，这边一下倒两个。对，而且花瓷那边基本上就是我找到你，就是要倒的一个状态，而且奈奈还必须要来救这波人。而且花瓷其实也走不了太远，他们的一些大遗产比较多。主要花瓷的话，他走不走都差不多。这边没有二阶还行，把花瓷的这个飞轮给交出来。而且桥上给了一个陶片，花瓷现在没有事情干，两个陶片连着，奈奈这波救人压力还是挺大的。感觉花瓷那边可以补充一下道具，这边已经是用满了，还好还好，满千十度啊。对，而且这一波的话也是保证了自己弹开跟野人上桌，小女孩自愈也拖出来了。是的，那这一波的话也是把这口气给缓过来了啊。对，非常危险刚刚的节奏。那现在手里有三个输液，但是那捏捏这边也是有闪现的。对，这边陶片覆盖密码机覆盖的比较多啊，不是很敢去修。主要也不太敢下来去拆，就这边一个路径上都已经被覆盖掉了。是的，是的，一下来的话，你附近肯定是有陶片过来找的。这边是笑笑他下出啊，直接把捏捏给勾引过来了。嗯，但是笑笑的博弈很稳健啊，就没有着急滑。对，本体传送的离小迪稍微近一点，再传过来啊，两次传送，但是侵蚀度还是挺健康的。这边要不要交一个树叶？交了，保证自己不倒。这样的话密码机其实已经被慢慢的磨得差不多了，就是脸上这台是比较大的，对，就剩脸上这台了。给到一刀野人上桌上了很及时。对，感觉就是刚刚小女孩那边侵蚀度很高了，撑不太住了，现在这边赶紧过来给压力，对，赶紧给密码机压力，是不会让一个人承担压力承担的太久。嗯，确实这台遗产比较大嘛，已经把捏捏本体给限制在那里了。没错，本体过来的话他是想趁着这波二阶落地把花瓷击倒，他是个挂飞啊。对，这边看了看密码机还是挺多的，不太敢贸然离开。而且花瓷这个点的话，如果走直线是满不了的，就像现在这样，但现在有闪现，吓一跳。那这样的话闪现还能省，密码机那边是已经在抢了，把这个人牵起来的话就意味着伊斯人和本体都在重点。那边密码机可以直接亮起来。对，好，往终点挂，本体想占终点，但密码机直接点亮，三个人都在起点，伊斯人在这边，本体要传过去了。二战下是有一个陶片的。是的，奈奈那边直接是点门交球，点门本体过来管奈奈，那奈奈不得不走。嗯，现在本体是有闪现的。是的，不能贴这个站台太近。对，先吓一跳，伊斯人的话再去控终点，两门双控，这个球的话不着急处理，前面先硬追。这边能看到有两个人都在起点半场。对，两个人给起点压力，终点这边的话伊斯人在看。这一波的话是把奈奈给放出去了。对，求生者们其实拉的还是很分散的啊。对，小迪来终点这边了。这边的话可能求生者这边也要去拖一下这个挽留的时间了。嗯，是的，就是可以来门，但是不能离门很近啊。这边给小迪一个陶片，但是陶片是没有覆盖到门的。本体传控过来，把伊斯人收到起点半场去，然后看看能不能闪现去终结掉小迪。对，不过小迪现在身位比较健康，而且道具也是有的。对的，因为你要做一个把伊斯人收回来的动作，一定会给小迪让身位。现在的话前面等追猎，追猎好了在适时的时候把这个输液交出来。这一波还是拉开了很多身位的，而且起点站那边求生者很稳，没有着急去点门的。这边的话要交闪了吧。这边把闪现省下来了，但是起点那边也在给压力了。笑笑先走，千人的情况之下下来选择去先散开啊，先离开，这时候不敢去继续点这个门。对，这个门的进度的话传过来一刀是开不了的，而且现在还有挽留。是的，传过来奈奈这边压力也有，因为手里闪现没有交，不过他可以再传送过来管一下笑笑，想趁笑笑这个上桌的真空期去打一下。现在已经没有挽留了，其实就算打一刀的话笑笑也不会倒地。 对，而是另一边的话火灾调查员是可以把小迪给救下来的。嗯，没错，而且伊斯人往那边赶的话很费时间，很慢。对，而且小迪一救下来可就不知道上哪儿了，毕竟他是能传的。对，对吧，可能我先在地图边缘等一等。对，我先等一等，看哪边剑士比较好我就过去过去。对，现在这个局有点偏 MRC 了，他现在把这个机会给拖出来了。主要挽留已经结束了，而且
野人这边也没有给到很多机会。对，笑笑现在也是越发的嚣张啊，直接把桃片拆了，在脸上给很大的压力，先闪开一刀，但是这边直接选择上猪。后面这个局也不能着急了，慢慢控。另外一边的话，离门比较近的被奈奈给摁住了，所以还是只能传到红木马。没错，满状态的奈奈，一四人在这边看着，野人这边因为是半状态，也不太敢给压力。唯一满状态的在被追，看看两个人要不要先调一波状态。毕竟奈奈这边感觉很能扛，很能扛。他这个位置太安全了，太安全了。对，对吧？就隔着下。哦，这边好像小迪已经是往终点方向溜达了，然后起点那边笑笑一个人在给压力，就是他在站台上等一下自己的骑行 CD。 嗯，然后等好了之后就非常的嚣张了，给奈奈跳下去，但是隔着一个站台感觉压力完全没有。对，对吧？压力完全没有。看捏捏他已经转视角来起点站很多次了，笑笑永远在站台上看着他。对，好稳的一个选择。现在就不知道小女孩应该是已经冒乌鸦了。对，主要现在也没有什么理由让笑笑变得不稳。对，知道吧？就是队友感觉都很安全，如果我也安全的话，我们就能一直安全下去。来看一下，小女孩已经是赶到起点站了。是的，笑笑这边和一四人面面相觑，是吧？捏捏这边本体和奈奈面面相觑，小迪和乌鸦面面相觑，是吧？就是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哦，现在笑笑也有乌鸦了。哦，笑笑也有乌鸦了。啊，因为确实太久没有心跳，也没有做事情了。那就他们仨是吧？哦，还有猪四个。那这样的话，看一下两个人是不是该去调一下状态？但是调状态的话，直接逮到技术可就是一刀，这俩人都是半状态。对吧？除非你能不被逮到哦，在滑梯上不被逮掉，不被逮到是吧？左右分站，确实是不会被逮到。确实，这边捏捏，哦，这样的话本体得过去了，一四人换一下是吧？帮助求生者这边把乌鸦消除一下。那看一下，在一四人站一下终点站啊，但是这边的话，其实奈奈他是可以直接点门的。嗯，满状态其实没有那么害怕。十几秒，这边等一下，好，奈奈还在范围里硬点，等一下拆桃片。对，小迪这边压力还是比较大，因为但他拆桃片的话，那边就直接点门走了，感觉是的，一四人也不在那边，就终点站是管不太住了。对，终点站已经是管不太住了，现在就等闪现，闪现空啊，没完全空，主要还是没有飞轮之类的天赋。那这样的话，还是其实这个局面还是捏捏率先的着急了一点。是吧？想过来去给机会，因为你会发现，如果说我这边不做出点什么动作的话，求生者那边他真就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一直给你耗着，一直耗下去，就新的世纪大战。那也是过来直接用一四人家本体啊组合拳留下了小迪的小女孩，起码避免了这样的一个局面被三跑抓，还是说去保平？那就看局内具体发挥，看本事了，对吧？对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选点啊。那面对割卷员的一个选点，囚徒是站在了终点站。嗯，囚徒在终点站，飞行家在鬼屋，这是打了一个反心理吗？那有可能会把监管骗到二战或者是鬼板吗？对，如果骗到二战鬼板就赚了。对，但如果选在了红木马桥的话，可能那样囚徒的牵制压力就很大了。哎呦我好像听到选手自己都哎呦了一下，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点球都确实还是像、哎……但是咱们仔细想一想、你不觉得选在这个桥上是最稳妥的吗？鬼屋我也可以去啊。对，我选鬼板的话，终点我够不着呀，是对不对？感觉还是有点草率了哈。就球徒站在那个位置还是有点草率了，很大概率被追啊，很大胆，只能说对是吧？你看阿策这个天赋带的，就知道他已经做好准备了。嗯，求生者也确实是小女孩跟野人带了两个化险为夷，小渔民这边是一个弹射。嗯，是的，来期待一下局内的一个表现吧。本场对局 MRC 的监管者对阵 GR 的求生者，有解说慵懒兔初夏文德拉 IBL 实时赛况解说。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局，还直接去终点方向找阿策了，而且这个地方也没法躲，对吧？躲的话，一旦被发现，那就有点万劫不复了。原地倒了，对，所以上来直接开追，把这个影子留下，然后转过头去从一开始来的方向逼迫一下，回溯过来，身距稍微拉近了一些。不过确实一直把阿策给限制在了站台上嘛，没有一些交互点。哦，这个是没有打断影域，因为两个影域离得实在是太近了。哦，前面只有一个小短板去搏。那板子一下的话可能还是要吃刀了，第一刀拿得很快啊。那前面的话转了两板一窗有点转不到，只能先转一板一窗，对，踩过板之后再往前走，因为强电流已经交过了，手里有个飞轮，而且这个身位是可以进板的。嗯，还行，这一刀没有打到。现在还是这个在博弈，短板的一个博弈。另外一边是哦，飞轮躲掉，阿策不仅躲了闪现，还躲了一刀，是的，那这样正好把他的一个创弹给交出去了。天哪，没错，交出去之后能安全进板。我的天，阿策选在这儿已经是早有准备啊，前面翻不过去了，是翻不过去了。不过刚刚那两块板是把飞轮跟自己的弹射全给交出来，已经是非常极限了。是的，囚徒在终点站能牵制一个两台近三台已经是很不错了。第一刀可是飞轮还有十秒的时候，对，是的呀，后来把闪现逼出来还没有立刻倒，真的是做得很好了。这波的话囚徒的一个牵制节奏，它肯定不是一个平下的节奏，对，它是一个平起的节奏。看一下无心的这波救援吧，但是有点伏笔的时候是毕竟一直在终点玩嘛。不过卡梦的小女孩已经过去修三站了啊，先破一下终点有可能存在的连击，一刀一刀下注以前博弈。无心这一波其实血线还是有很多的啊，一刀一刀正常极限，卡曼把人救下来，两个人直接是两个方向强电流，但是这个窗不能翻，他想骗一刀。那前面的话阿策下一个窗肌肉记忆做到了吗？啊，还是差一点。是的，没关系，就直接倒在帐篷的最里面嘛，尽可能的把三针那台密码机给带远。嗯，连个电帮助一下队友抢密码机。这个局的话想去争胜其实还是有难度的，但是保平的话密码机是肯定够的。最后一台密码机是终点25左右，就那台少的嘛。是的，看一下这波救援，小女孩应该已经准备过来了。这小女孩救起来她是有机会去保一保人的，对，把电踩了不让她给多的给少的传。无心那边也是上珠非常稳健，对，野人赶紧继续修，然后主要是她也没有回光返照，就是阿策她也没有回光返照下来的话倒是有一个飞轮，以前博弈继续博弈，放树叶给到一刀，正常把人扯下来，然后分开走啊。那就是看阿瑟自己能牵制多久了。哇，这个刀还是再一次没有做到，对吧？歌剧演员这个出刀确实是非常的快对，准狠呐、啊。那还是在红圈的时候连了一下电吧，这样起点站的小月明可以帮忙去往那边传一传。没错，最后时刻也是用飞轮和强电流拉开了一些距离。那小女孩的话赶紧把野人的状态给调整起来啊，自己的话毕竟有一手传送嘛，实在不行的话就往起点半场去传呗。而且小月明那边已经在新开了，所以就双方拉开就可以了，要不要的都无所谓了啊，只要无心他一直站在这儿，因为对于小城来讲这台是目前最大的遗产。嗯，是的，而且这个局的话考虑到肯定会有一个开门战了啊，那这个开门战的话真的是没有什么软柿子可捏，对吧？小女孩的话肯定会在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位置待着，然后见势不对，哎，但是哎，但是她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哦。对，她在修，她在修机的时候不顾危险。是，那这里还是个半状态。哎呦，但是那边密码机就管不住了。嗯，想来排一下这边还有没有人？没想到吧，小月明竟然在二战上。嗯，看样子小城也知道。哦呦，那这样的话是肯定不能给刀的。不过逼出来了一个大喷，但这样的话也是拖了一下终点站那边他密码机的一个进度。对，密码机是肯定能够的。那照这样算的话，其实传送也是肯定好不了的。卡班救一波就可以直接点门，无心那边离门还特别近。对，而且现在场上的人都有回光返照。是。所以不着急啊。哦，打到了小女孩。对。
那正常把这台马骑点亮，进入开门战。追一下飞行家，但现在飞行家他手里是有道具的。放小女孩走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啊，因为小女孩的话，她可以直接传走，传送过去。哦，那这样的话再抽刀击倒小夜明，这局就是一个平局了，是没有什么悬念。主要还是前期阿策溜的还是太好了，太稳了。对，而且在淘汰之后嘛，求生者这边也没有着急，野人跟小女孩是及时调了状态，这样对于小城来讲也没有一个特别好去针对的点。没错，后面去追到小女孩的时候已经是交了传送了。是的，那第一大话，其他角色都已经被这个阵容给防到了。那红蝶的话，就这个角色他就非常容易出事，你知道吧？是，首先单刀，其次他这个牵制加 OB 你很难受，而且这个救人位你没有任何的可针对的点。是的，所以选择蜘蛛，而且也是小城的一个非常熟练的熟练手啊。是，这是一个怎么说，花开富贵。嗯，把这个花心留给了这个蜘蛛。是的，蜘蛛。我们说看一下小城要不要进去啊？准备好了，我觉得站中场挺好的，他让求生者心慌慌，你知道吧？感觉如果监管站中场的话，求生者就会围着他开始转圈了。对对对对，就轮回起来了。是，但小城觉得不，你把中场让出来，一定是有一个陷阱，所以我还是选择左上角吧。啊，这个四个人里边最难追的两个都让你都在我他旁边了，对吧？主要是右下角那个点是个大房，对吧？你就算选过去两个人好追，但身位会比较的舒服。哎，但你说蜘蛛一开始遇到好追的人，他其实不舒服，对吧？他还不如说我攒一攒，肚子里没货呀。对， 对， 对， 对，我攒一攒，我这个时候哎攒一攒，我遇到一条就到了，然后咔咔两刀，是吧？哦，带了一手兴奋，哦，兴奋哦。啊，求生者这边卡梦是双弹跟飞轮，无心一个化险为夷。嗯，行，那就来看一看这局吧。感觉也都有防盗，其实也有想你这边如果说去变的话，这边也是有飞轮在的。是的。好，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 MRC 的监管者对阵到加的求生者，由解说慵懒兔和解说初夏为你带来 IVL 实时赛况解说。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先往无心的方向去一去，看看能不能逼块表。哎，但是估计也费劲，他不想交四的话，无心应该不会交表。啊，这边因为身位比较安全嘛，就顺便把那块板给踩掉了。嗯，对，前期的蜘蛛就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啊。我等一等。对，然后找一找那个需要兴奋去处理的人。看到了中场的小夜明。小夜明，追小夜明吗？追小夜明的话，这个兴奋的作用不是特别大，特别大，但是也有用。然后看一看，还是往卡梦的方向走了。卡梦这边还在修啊，走了，准备上二楼去溜。只要确保自己身距够的情况之下，确实是可以比较嚣张啊。嗯，这边小城是在里面往外绕。对，卡梦的话也是没有选择上楼了。上楼，对，那没有被绕到。啊，这边继续绕。对。那主要卡梦的话，其实对他是走的一条没回头的那种直线。是的，架撕了。两层，第三层。你兴奋过来，架上是有刀的吗？没有。拿刀啊，但是这个点的话会被架住，多费几层蛛丝。对，就本来可能两三层能拿到，现在是耗费了四五层。是，这边愣了很久才把这个板子翻过去啊，有点浪费掉自己的个加速了。三层丝续上，然后这边帮忙扛一刀。对，主要是你刚刚也暴露了，不是一个闪现了。是。的话，卡梦继续往大房方向去转点，前面的板子都还在，在啊，一层，两层丝，前面还能加一层，那这个点应该是溜不了了。但是总体的密码机进度已经是非常多了，已经是三台多的一个进度。阿策过来帮忙扛这一刀，其实也很关键。对，但是他是选择往房子里挂了，这边没有地下室。加上他本身是调酒嘛，他现在也是一个满状态，所以那一波还是非常赚的，很赚的。这里也不太敢去外面管一下调酒，他想直接修脸上的这台吧。这波
提前摇表，摇表给到一刀，正常把人扯下来。摇表还有第三段，所以说也很难去打到这个双刀。这边想犹豫了一下，是吧？对，有点想去想看一下要不要去找大副。对，但是发现好像吐不太到的时候，就打一打卡梦，但是卡梦早就翻过那个窗了。这样的话也是把最后那台遗产给带远嘛，带到比较远的一个位置，正好救完人可以跟调酒师有一个汇合，直接调一下状态。没错，前期这局就是蜘蛛他前期有点积累的太多，但是这边的话有一个地下室想去挂，感觉这个距离应该是可以挂上的。但是挂的话求生者这边也不用换位了，因为花更长的时间嘛，所以说脸上的杂技可以直接过来。对，但是他还救不救啊，不是很好救啊。密码机感觉是差不多能够的，没调状态的话密码机进度很快。对，但主要是这个位置，但是真的不好救，你就算救下来了也不太好出。对，但密码机压好了不救吧，就感觉好来都来了难受，对吧？人家这波双方的一个博弈啊，主要这个地下室其实对于求生来讲还挺难下去，挺难救的。对，飞轮，哎呦，这躲掉了，可以。那这样的话密码机够了，对，很稳健的一个救援。对，那两个人就在底下待会儿呗，对，不着急，正好也让队友去贴个门，好，打到了杂技。哦，但是不是很好出去哦。这边还是想先追一波杂技，因为其实卡莫是在杂技后面的。对，但是杂技是直接一个跳球走了，但是好像走不了太远。他身上是有丝的，对，只能反走。这个位置啊，看一下。地窖的一个位置好像是在这儿，反正对对对，但是选 选择回头传送。传过来这个门已经86了，无形是有表的。回头传送，给到一刀，但是门能开，人走不了。这个对，可能会倒在这儿。对，走不了的，但是门能开。对，求生者会有想法吗？另外一个门还没有点啊，刚点上。刚点上。哦，应该还是稳走的，稳保平的。这边蛛丝量不太够啊，门的话已经是差不多了。对，门开了，那这样的话现在开始加丝已经来不及管了。这边还有个土球，那这样也是要双方又一次的握手言和了。握手言和，好久跟先知嘛。对，那囚徒在的话他本身可能带一个这种双层飞轮的天赋，而且每次被救下来他都可以连电。对，但是我还是觉得火灾没有选出来还是挺亏的，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打艾维了。好遗憾啊，没关系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火灾还可以拿出来打别的，是吧？是，因为他确实很多角色，很多强势的比赛角色他都是可以克到的。对对对，那刚刚也是看到选了一个十字形，十字选点选在大房旁边大门，是吧？好，看一下这边，主要是大房那边也没有人啊，求生者是围绕在了一个中场两侧。没事，艾维会慢慢找。那天赋的话也是这个双弹飞轮的囚徒。小弟这边就常规天赋。哦、小弟真是打什么都会带一手这个化险为夷。是的，还记得当年的邮差。记得那个地下室人话。是。求生者这边也是确实比较脆嘛，所以说这个牵制天赋已经是带满了。没错啊，本场对决 GR 的监管者对阵 MRC 的求生者解说初夏，慵懒图文的 I 表实时赛况解说。进入到比赛画面啊，也是本体一四人分走，本体往中场方向去驱赶两名求生者，一四人的话来三连方向啊。奈奈这边已经起修了，寄宿一下。奈奈这边是三连，你修得很随意，因为我这台你被寄宿了，我直接去旁边另一台，很近，对吧？我要不然中间去换一下连，这个电路也可以。对对对对对，你看这奈奈这又寄宿一个之后，奈奈已经开始在修新的了啊，在三连方向就是修得比较嚣张。那这边是找到了花瓷。双弹飞轮纯牵制天赋的花瓷的牵制，而且这个位置的话确实本体跟伊森都有这个压迫到。哦，这个弹刀有意为之啊，有意为之，别吓回来了，高了啊，这样的话会
在一个比较空旷的位置鸟掉掉。鸟掉，而且给到了第一道。刚才飞轮还有两秒钟的时间啊。是。那下一波的话，到前面去转点，前面是笑笑，没有被激素过。哦，这边一个细节看后面翻冲翻板啊，对，没有被吓到。因为这边是想趁你这个交互嘛。对，吓一下，万一打断了呢？对，都有机会。这里干扰了一下笑笑的破译啊，本体这里闪现是已经好了。没错。前面的话继续追击，然后调老师那边的技术 CD 好了，再计速一下，看能不能抽出时间。啊，这段走直路，走直线可以去计速一下。啊，直接闪过来，线过来，但前面是一个板区啊。有双板，主要身上没有什么结实度，而且有飞轮。那就计速把它架在这里，然后两波后直接点满侵蚀度带走。那这样的话，但挂上以后也是差不多三台，因为外面还是有个囚徒在的嘛。是，有囚徒在的话，密码机我们是可以多算一些的，毕竟省去了跑路的时间嘛，实打实的。那看一下笑笑的依旧。哦，不对，好像是小迪的依旧。哎，这就是化险为夷多的好处，确实是我比较灵活。是。谁比较方便，谁先去救一下。对。而且小迪他救完的话，不用找人摸啊，自己回状态就可以了。对对对的。再卡一会儿，好，准备接近前博弈了。这个淘汰进度其实还是蛮安全的，直接扯，给到一刀打到针对调酒师。哦呦，还是回来要给到这一刀了。哎，哦，没打到，差一点点，但是好像还能打到，就是打得晚了一些。行，但是打这一刀其实该回还是能回的。 对，该回还是回上。华慈这边这一刀空的机会跑到二楼，对，倒得很远的一个位置，这样挂你会花很长的时间。其实他们最后密码机也差不多了，对，因为囚徒可以同时修嘛。对，他要是那边补好状态之后，女兵再来救。对的，还有一个化险唯一在，而且这个位置救下来，前期资源都还在的啊。对于华慈来讲是有机会溜起来的。是，看一下，想过来管一下小迪，但是这边的话是满状态，马上就满状态。对，所以说就摁修。求生没压力了。对，笑笑这波是直接面壁，逼了一个技术出来，弹换过来。哇，非常秀啊，躲了一刀。那这波就意思就是双倒也没关系，只要把人救下来就行。就算震慑都没关系，他就是要把这个时间拖到最晚。对，只要不是震慑 A 晕就行。哦，这刀躲的很漂亮，那还能再卡一会儿，还能再卡一会儿。这个就完全可以，我给你一刀震慑。对。这个侵蚀度长太慢了，对的，但是吼好了，还在扯，还在扯。我说扯下来还扛到一刀，笑笑。那华慈这一波是做到了有空间的呀，对吧？这个二楼是没有来过的，密码机可以直接亮，因为它本身就没有这个活。对，传送过来，板子下掉，但是叠满了侵蚀度，刚踩完板给到一刀。不过在这个化险唯一时间内，然后那边的门已经是点上了。是的，而且现在一四人本体都在一起。对，他没太有时间去管，这把带的是个张狂，没有底牌。是的，过不去了感觉。另外一个门也在点，哦，放弃了，不点那个门了。那看一下是谁吗？如果是佣兵的话，他是可以放弃的，因为他走哪兵随便走哪都可以。对对对，地窖也行。小迪这边应该也是能走的，门是能开的。九十九已经开了，看能不能给到这个激素，给不到激素的话走了，过来传出来。小迪这边还有加速九是吗？对，反正直接走了。但是这样的话，笑笑那里有地窖，地窖了，完成了一个三跑。哇，这一波的最后笑笑这个救援真的是立了大功，因为如果说他是没有砍那么死，没有扛到那一刀的话，其实结果就完全不一样，会让捏捏腾出来一四人去管门。对他，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选点啊。好，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神秘的角色啊，都有什么呢？就像开盲盒一样神秘啊。哦，有前锋舞女，前锋舞女，病患。最后一个角色啊，取决于我是否又交了一份零分答卷。你的哭泣小丑到底有没有出？我还有一个那什么呢？哎，忘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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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好，那这样的话选择使徒安啊，啊，勘探员，我想起来了，没拿，没拿啊，他们是一个小说家，小说家啊，也是防范了一手。我的天哪，可能这个图还有一手鹿头嘛，对吧？是啊，小说家的话，他跟使徒也是可以说互相去操作一下。没错。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场对决啊，底牌万流，带移形，
哎，那小铁这把的话，可能他要做的事情要比较多了，又有飞轮啊，还要去担当一个救人，因为整场的话只有他带了这个化险为夷的。是的，其他人都是一个弹射。就小铁上场是让他补一下前锋，是这个位置在操作一下。对对对，所以说这个轮换也是有考虑的，有考虑在内的。这把是让卡梦去操作这个小说家嘛，因为对于他们来讲还是尽量多一些操作的角色比较好。是的，刚才禁用的是哭泣小丑和心理学家以及先知佣兵。是小城这边有防范道啊，知道这把这个哭丑比较强势，我肯定先给你摁掉。是的，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 MRC 的监管者对阵到家的求生者，由解说慵懒兔和解说初夏为你带来 IVL 实时赛况解说。好啊，非常迅速，直接是放猫过来上大船找一下无心的病患，但是大船的病患真的非常难追啊。是的，超级难追，就是那几个勾吧，你不把它逼完是 啊感觉都进不了身位。没错，下来然后底下的话还有窗户可以玩，叫一个窗弹射走。这里这个猫的哦，选择硬上楼，前面有可能被踩到。哇，哦哟，它其实那个勾已经在起飞的过程中了，但是被踩中了。这个很明显不能往楼上走的，因为我如果往楼上转点的话，我是利用我的加速跟监管者加速拉近距离的，一定要往外去拉，然后再交钩，对不对？他有点太想利用那个勾点了，先。因为那个确实，如果交出来的话，是最大化收益的嘛，很舒服。那这样可以等级等技能也行的话，就已经很难受了哦，炸猫跳，直接秒掉。因为从它从这个甲板上下来的时候，其实整体的一个牵制空间已经是被压缩了，压缩了，没什么办法。那这样的话也是一个59秒就有一个上移啊。看一下小铁这把他的一个救援，主要是你前期也没有太逼出来技能，他也不好说撞救。是。那这里小虫已经是探到前锋的位置了，那这个救援压力很大。放猫回去，给到一刀飞轮，没有躲掉，前面有移形，移形过去，能回去，可能人能扯下来，救不了。我的天哪，没办法，太早被排到位置了，感觉。对，然后因为加上手里有这个位移技能嘛。那现在轮到卡梦尝试拯救一下。救一波，但他被拦的位置其实更远。哇，中场就给到一刀，已经被拦到了，晕了两下，他都不太好停了。换位砸板，但砸了板还是不好贴那个椅子。是的，他只能在这儿等队友来帮忙，或者等小铁自愈。另外自愈下来了，扯下来套个搏命还行，能接受。那赶紧把这个无心先击倒。是，他是一个淘汰状态嘛？对，那这个位置也很难去牵制。交钩过去，哇，又踩下来，是三个钩子。其实都被这个猫给咬到了，就是全都给化解掉了。对，尽量拖延一下上椅时间，看一下队友得赶紧调一下状态。是的，因为小铁这边是不太能接受再倒了，他没有自愈了。是，而且这一局他也没有带回光返照。是，这小城应该是已经知道了，因为在脸上交的飞轮跟化险为宜。对，就是有这个判断在的。这个时间比较紧迫，所以说需要小说跟舞女两个人一起来摸前锋，那就导致被发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中场。是的，那这样也是小城去挑选一下自己想去追谁。还是想有点想上小船去追一下卡梦。感觉他也是说把所有人都给逼分散之后啊，再去选了一个位置比较尴尬的小说家。对，跳一下，拉近身距，但是实际上目标是小铁。哦、对，王志毅不在酒，那这波也是逼掉了很多球之后，再反身跳回来追卡梦。太灵活了，小城。哇，这一猫追两人。是的。前面移形又好了。又好了，对，就感觉瞄准一下，告诉求生者。距离上一个移形好之前，密码机其实进度是没太有变化的。换一下位，加速进板，但是猫，对，这边对，这个板子直接下，拉猫回来，来一个隔墙晕，再加一段跳啊，非常流畅。再走了卡梦，那这局的话基本上就打不了了，对于求生者来讲。因为小铁他前几波球被逼的太多，现在已经也是没有道具的状态了。对，小铁现在就是在 OB 上发挥不了作用，同时呢修机上也修得很慢，很慢，而且点上还有台遗产。不过好在，就是好消息，这台遗产不多；坏消息是每台遗产都不多。对，坏消息差的比较多。对，那小铁这波干一下这波救援吧。
在脸上有可能要被逼救的，他没道具也不敢压太远。对，因为太远的话还是会中间有一个拦截。蓝猫过来给到一刀，蓝猫把人能扯常扯下来是没问题的，但是还是两个人都不太好去拉走。海王这本书感觉不太能吸出来啊，还是差很多的一个进度。对，小姐的话直接修双十一，但双十一的话应该还是被会挂回去。对，外围的话舞女在起心机，但是舞女这波得过来救了，但是小姐这边也修不了。对，只有舞女现在能够说有机会保一保上瘾的这个人下来是可以溜的。是的，但是他的位置比较远，刚刚亮的是对角线那个灭马机，没错，所以他其实也不好救了，这个位置已经是拦得很开。我觉得这样现在要想想办法怎么走一个了，但是密码机差的实在是太多了。对，就是这个人救不救吧其实也无所谓，不过这边一个减速擦刀应该能顺利把人救下来。救下来了，救下来，但是被晕到了，所以说还是会马上把小人家给淘汰掉。小铁过来又走了，那两个人去冲一下，但是就因为刚刚过来了，所以说小城也是捕捉到了这波，如果小铁倒地的话他是没有自愈的。对，没自愈就不太能走一个了。嗯，那这样的话阿策那边还在硬修，感觉也没有哦，走了走了，躲起来了。但是其实早走晚走还在修啊，小城都知道你救完小城家之后大体方向是往大门方向走的嘛。对，先不着急把格子处理一下。哦，哎，漏了！看到那个马尾辫了，感觉是漏了。是的，但小程好像没发现。他应该放猫太厉害了。哦，发现了，发现了，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放猫。是。那这样的话，因为小铁没有自愈，阿策也刚刚倒，是完成了一个四抓。M2C 这边是提前终结了比赛。比赛，对，因为下巴不管。现在前锋他单防能力很强啊。对吧，前锋你要说他其实他有很多的缺点，比如说修得慢，然后球量也不是很够，但是在面对红蝶的时候那可是就是一把好手，是吧，这个腰杆子直接挺直的呀，主要他交互还很快。对呀，交互很快。其实红蝶他驱赶这些野人包括说前锋这样的一些 OB 位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手段，是他可能一定要去交蝶或者本人飞过去。对，然后一个飞轮再灰溜溜的回来，是，然后回来难打，可能还要再去赶。选点的话也是没有人选到大船，然后红蝶也是选在了船下，那这样正好是可以跟前锋，好，没有跟他打照面，选在了人堆里。好，我以为是越是恐惧就越要越去面对他，对吧，先把他处理掉就没有人麻烦来找你了。是的，但是最终还是选在了心理学家和病患隔壁。嗯，那其实两边他都是有机会吧，因为心理的话他是一个中场的控地，那病患他其实在技能上是有点被红蝶给克制到的。对，我看是底牌挽留带闪现，清者这边是三个弹射，然后笑笑的前锋这里是飞轮跟化解唯一。嗯，没错，来看一看这场吧。本场对局由 GR 的监管者对阵 MRC 的求勇者，据说初夏勇敢兔稳定的 IBL 实时赛况解说。是冲着花瓷这边的病患就过来了。嗯，然后花瓷是选择先藏一下脚印，躲一躲。嗯，对，能躲住的话，谁愿意去牵制呢？对，这边确实比较有迷惑性啊，不太清楚你是往木屋拉还是双十一拉。那这边耳鸣断了，应该知道你还在那个位置。对，耳鸣又起了，右边都排完了，就剩左边了。但左边还没排完呢。对。啊。左边。排完左边，我们就可以排中间了。好。好，又一次错过了，那干脆就直接算了，追脸上这个，对吧？那个人我不确定，但脸上这个我是确定的。是的，有奈奈，火灾调查员，其实是可以追的啊。哦，板子先下掉，翻过去，跟翻，飞过来，一个蓄力刀，有点点着急啊，因为刚才火灾调查员是连续交出了一个双弹反弹。哦，这边这个跟飞。哦，
那也行啊，虽然过程有点滑稽啊，但是还是把这个球交出来，而且身距拉远了。那主要是现在下一个碟也好了，不过奈奈这里下一个球也好了。对，这个碟交的就没有去拦到奈奈的路啊。对，他能选择的一个走位方向还是很多的。而且奈奈弹射 CD 又好了，好，这跟飞过来，有闪现，不着急。驱赶一下花瓷，但是还是想继续追奈奈，继续跟飞，然后跟过来的话，闪现过来带走了。那这个击倒节奏的话，其实，倒是不慢，但是争四抓的话，还是有很大的难度的。就全者这边还是有去往后拖的一个机会啊。而且你闪现一交，前锋这个感觉眼睛都红了，就我来了是吗？对，就燃起来了，就听到这个闪现这个声音。好。最后已经是在双十一就位了，而且花瓷这边也是在脸上修，给你一些压力啊，让你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个人来救。看一下这波，好，绕另外，其实还是花瓷来救。花瓷过来了，嗯、帮给到一刀扛一刀到了。好，那这样是笑笑一个满状态，最大程度的让他去 OB 一下。对，这就是笑笑他目前最快乐的打法。哎，这边还扛拉球过来扛刀啊。是，虽然好像本来的目的并不是扛刀，但是结果是好的。但反正你就说奈奈是不是活了？对的，然后这边断了一下，然后小迪这里刀面就是这个牛，真就让他给吹起来了。牛，你看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保证了笑笑的一个满状态。是的，对，只要笑笑他是满状态的，这边还是能给到监管很大压力的啊。好，这边一个板子博弈。对，给到这一刀正常把板子下掉。嗯。然后奈奈这边弹射窗弹射又好了。的，这边有卡一下视角。飞不过来，好、哦，笑笑又来了。哦，这倒射掉了。好、哦，那哎，笑笑这、嗯、就撞一下。其实是可以有其他的选择的，是吧？但是也可以不那么选。好、哦，你看现在飞轮躲一刀是吧？得拉点球了。时间，得拉点球了吧？真得拉点球了，不拉。非常稳啊，我感觉笑笑这个前锋的风格还是很稳健的。稳健，是的。他是道具比较节省。飞过去。突然间就是哎，全都用光了，感觉也是说在稳健之余啊，我又选择了一个比较激进的打法，是就是先礼后兵，哎啊，应该两种的一个打法风格切换，对，是的，还是非常灵活的。但是这局感觉走势已经有点不太对了呀，说实话。好，哦，想来一个刹那接板，但是小迪这边是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飞的还是太快了。主要这把的话只有笑笑有飞轮嘛，所以说其实其他半状态在脸上还是比较难去操作红蝶的。那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应该是要四抓了，你怎么看？我觉得也是，保留意见吧。对，我坐着看的话，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倾向。行啊，这个局我站起来看感觉应该也是四抓。对，主要是吧，冰幻它也是个半状态，如果说是满状态的话，我觉得是有机会你就会走一个，但是满状态的话我可能就不挂了。哎，但半状态我也不挂了，你还是很稳，是的。那这样的话，一会儿心理学家也不敢起啊，起了之后我能去哪呢？对吧？我也不能去救前锋呢。对，已经是念念有意的把他离前锋很远了嘛，他起来也救不到了。嗯，要不先看会儿他，然后等前锋挂飞，然后再找病患，怎么样呢？等着呗，因为病患那边的话，其实也早晚要修密码机嘛。是的，回来看看有没有人偷偷的想去救一下笑笑。好、哦，这里应该是有耳鸣了啊，也是大概能凑到这边病患的一个位置。嗯，是的。那小迪这边自愈还交吗？应该就不交了吧，密码机感觉也没有机会去修开呀。如果就差一个95、哦，还是交了。感觉可以交一下，但主要是修完95、啊、还有一个六。但是你交了的话，这个花瓷得溜多久啊？再说花瓷溜不溜得了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那把机也不敢碰啊，不追啊，就是我不行的话，我可以先传。花瓷，好哦，骗到了这个位置，以为他上去了，上吗？上哪儿去？上楼上去了啊，也没关系啊，这边就是等一下小迪那边，对吧？啊，以退为进。想一想，这是一个三层建筑，那如果二楼和一楼都没有的话，它是不是在底下？会在哪儿呢？哎，
哦，好捏捏，思考了一下，感觉就在这里。哦，看到了，是的。而且小迪那边他是一台更少的密瓦机，传送过去，小迪原地开狗，哎，卡住视野，哎，那我们就再找一会儿，努力一下。好，这个不是很好找，小迪怎么才修一下是什么意思呢？这是，我还在想啊，他会不会就是哎，狗到冰幻那边起来，然后再给他一个琴，让他变成满状态，然后就，哦，对吧？他就一直倒着，然后但那样花瓷那边是可以满状态嘛？好，花瓷起来，来看看这一次聪明的花瓷会躲在哪里呢？三层里面你选在哪一层？是的，目前走势来看的话，在中间似乎是要去最上高层。对吧，俗话说站得高望得远，对，好，哦，站得高那主要是捏捏也高嘛，对吧？对，两个人在同一水平线上就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高低差了。哦 哦这个飞稍微急了，对，断飞了。嗯，好，把这个勾点先交出来再说啊，那这样的话这个病患玩就没有什么遗憾。没事，还是有点小遗憾的，如果能把最后一个钩交出来就更好了。好，感觉利用这个板弹应该能够保护他把这个钩子给交出来，无论如何哪怕被打断也要交出来，是，要不然太遗憾了。好，交出来了，可以，感觉我都翻过去了。是的，天哪，太厉害了这一波。要不就再牵制半个心理学家的淘汰进度呢？对，然后再把地窖等到脸上的时候，对，让他刷新一下，是，基本上也是好，给到一刀，是带走。那这样的话没办法，因为两个人都是没有自愈的。嗯，但是小迪那儿有地窖。哎，想了一下，思考一下，先找找小迪，要不先想想。 哦还是穷者这边先想。好，那 JR 这边是保住了自己的一场净胜，嗯，也是要恭喜 MRC 拿到了整场比赛胜利啊。还是因为我觉得是跟之前的那一波改动有一定的关系。嗯，就你越快把人打倒，对吧？越快把人挂飞，那么我第二波节奏追得更快，就可以开始进入一个什么的反复压密码机和反复换挂的一个节奏。是的，来看一下选点这边，中场是选择了一个心理，然后小木屋的杂技，右手边的一手空军，再加上中推的野人，没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T 字形。哎，来了，经典十字形选点。嗯，格局直接点在了花园。中场的三个人都有可以追的一个机会。是，那这样的话应该会先去中场，先去中场呢，然后再考虑是硬追这个心理，还是说去拐一下空军那个位置，因为他是有可能带兴奋的。对，有可能带兴奋。看一下这边是底盘挽留带闪现，错，而兄者这边是正常的双弹飞轮的御林的空军啊。嗯，是的，另外两个前置尾也是带了双弹，只有星河一个化险为夷。嗯，这把的话主要还是看空军的这把枪能不能辅助到队友了。对的，以及这手心理的一个前期的牵制能不能稳住吧。是，毕竟你没有带兴奋的话，这一把枪是有可能断掉你一波节奏的。嗯，那即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 GW 的监管者对阵朱雀的兄者，一起说押解，解说译文，为您带来 IBL 秋季赛实时赛况解说。直接选择往教堂中场走。对的，然后这边的弗兰的心理已经提前拉点，双弹交出来。红教堂这张图确实是非常适配双弹啊，地堡这里是拐了一下，算是比较好的。对的，那看到游戏画面，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这边双方选手的一个博弈。没错，地堡这一波身位还是拉的比较近啊。对的，前面翻窗看一下弗兰这个位置，倒也是没有办法给自己下板了，因为距离太近了。那这样的话，进窗户之前就吃一刀，是开局三十秒直接吃一刀，对于心理来讲，这一刀吃的还是比较快的。嗯，好，利用一个双加速转进墓地，墓地有几块大长板啊，对于地堡来讲就必须要先处理一下。对的，然后这边需要注意的是，御林的一个空军就是在墓地进行破译的，是这个位置，先把板子处理一下。反向拉走，那这个点位回溯又要吃一刀了。对，弗兰这个身位被预判到了。那这样的话两刀连给，手里闪现还有九秒钟，等到闪现好了，心里这个状态根本撑不了。是，这一窗台一交，那也只能多拖几秒钟了。选择往墓地走吗？是要空军帮忙交枪了吗？这个意思是？但是这块板子下下来看一下这个闪现准备什么时候交，还是说要省个闪？
这有一波小卡角，但也没有双弹，应该要被架住了，直接一个隔窗刀打倒。隔窗刀击倒的话，玉林的一个遗产机还在墓地里面。是的，这里就看地堡要举回去呢，还是原地挂。先回去的时候，玉林已经提前拉走，密码机是64的一台大遗产。正常来讲，空军这个点位其实是不太好交枪的，虽然是一片大空地，对吧？但低保他有可能把人放下来冲过去给你一刀。嗯，就看一下接下来求生者这边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救人布局。没错，野人来的方向是能够稳定知道是在中场的，但是这边提前让猪吼了一下，二零没有起来，就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位置。对，低保也是刚好隐约断了，所以只能回溯到墓地再去看看。嗯，金河的这个位置卡的真的很死啊，应该是打算卡满了。或者说就是到后面干脆卖掉，对，是，但是这里低保很聪明，提前出去看到这边的一个位置了，没错，架住星河的一个走位，回溯拉近了身位，想要压迫让这边星河去直接救人，想要逼救，是的，就是尽量不让你卡得那么满，对吧？你既然想卡满的，那我就能够让你提前一点试一点。不过星河的这一波绕点确实歌剧也没太好的办法处理。对，那对于歌剧来说，其实野人撑的时间够久了，手里有闪现可以尝试去争双倒，看他这边那个想法还是选去。对，打完肯定要回去追野人的，因为确定野人你现在是没有一个牵制的能力。不过低保也想求稳，也想求稳。这波感觉可以去逼一下野人啊，因为墓地内侧那块短板其实是不太好牵制的，不一定能撑很久，大概率是能打双倒。但是你想，如果低保他如果要争双倒的话，其实在救下来的时候就应该直接去争双倒，因为手里有闪现。对的。直接去打野人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而且还能把野人再次挂回墓地的那台遗产。对，但现在对于低保来讲他不着急，因为他要做的其实已经很棒了，密码机不一定够，还差最后大概一台半左右的时间，然后手里还有闪现。看一下这一波星河在墓地，自己上出的 CD 是好了，应该是故技重施了，继续利用这个圆形的一个障碍物啊，跟低保去绕一下。但是周围的隐月还是比较丰富的，能够去不断的给到加速，第一刀拿到，再拿一刀，星河就利用加速走进下一个区域。嗯，但前面的这个区域其实没有板子了，但这个区域也没有太多的隐喻了。看一下，出去跟上，猛进，第二刀能够给到，手里还有闪现，但是进不了板吗？能进板吗？能进板，可以的，抽刀闪现，掉伞了，密码机还差半台左右。是的，墓地有一台大遗产啊，看一下。会不会选择挂回去吧？没有选择挂回去，挂在这里的话，那也可以接受。墓地那台是88的遗产，没错。现在空军来到脸上，已经排到了脚印啊。这一手还是想尽量让求生者快一点救人，对，直接上来逼救。是。这边双弹飞轮能抿到这个身份吗？这一刀并没有打到。看一下这把枪怎么交。是，就交出枪。然后也没有化险为夷，那大概率就是双弹，但是这边没有去判断那个飞轮可能性，因为刚在脸上那波尾波其实看不出来，很难看出来。是的，这波交枪主要是因为野人的猪是被打下来的 ，CD 没好，所以他只能交枪保一下野人。哎呦，盖砸头！那这样的话能够撑到自己上猪的一个时间。没错，就差两秒了。是的，最后密码机马上能够贴得到。那地堡这里感觉不太好处理了，要不去换一下，管一下密码机。对的，手里技能还有40秒，管一波密码机，手里技能开门战士能够稳定用得出来的。他这里是可以钓鱼的，等你这边如果说真要强开的话，他一会回头去找野人回溯。对，不过这里穷者也是没有直接开，野人那边是已经下猪了，对，已经分开了。看一下最后这波地堡想要去把自己的一个技能拖出来。是的，意识到了，意识到了。可能猜到外面有人去贴小门，没错，要去看一下贴小门的是谁。如果是个空军，空军是有可能没有回光返照，而且这点给低保堵到了。是的，这里也确实可以成功逮到空军，但前面还有一块板子，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博弈的空间。对的，那没有回光返照就确定是双弹飞轮。这个双弹飞轮的人在这个位置能撑得久吗？这个飞轮要怎么博弈？没交出来，那直接击倒，手里还有传送，这一局不太好说。大门已经到达了40的一个进度。对的，是野人在点门，杂技卡在中场。这边挂上以后，传门门是开不了的，会直接传吗？直接传吗？没有传，星河也是成功放手。闪现求稳，脸上有耳鸣，听到了，这边能看到脚印吗？右边看到脚印了，找到了，确定这边是一个杂技员。没错，那这一把是有三抓的机会的。对，接下来就是一个 solo 的一个对局了。看一下外面的一个野人夜镜骑猪赶过来，但是这个时间不一定够。三岁已经交了窗台，再往大门拉一个红球封住低保的隐月，那这边野人也是在往小门贴。但是手里是有传送的，低保有可能这个时候打一波回头，直接传椅子去找野人。他看野人下猪应该会直接传的，传送野人下猪了，但是传到门口还有机会，还有身位。
看一下这波会选择先处理野人还是先处理空军，选择先处理空 空军。对，手里有一波卡角，空军一波窗弹又拉开距离。哇，这波太可惜了，这波如果传的是椅子可以三抓的。对，如果传椅子，野人刚刚下出那个位置是可以直接击倒的，但这样的话顺利击倒空军，对于低保来说也完成自己的任务了，七八平局。其实他刚刚不争双倒，他没有去争那个野人双倒，就证明了一点，他上来就是为了保命来的，不想去承担任何的一个风险。那波如果说争双倒的话，其实对于低保来讲节奏会更好一些，因为你那一波争双倒，首先什么呢，你少处理一只蛛网，选了六次，然后他这边的一个胜率是67%，没错，还是非常高的一个数据。对于东旭来说，这把就前期尽量能挂飞人早点挂飞，不行的话拖到开门站，他的机会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对的，看一下熊者这边那个选点是中场选了一首古董，然后右边的是调酒师，小木的是杂技，感觉还是想让监管者骗到花园去啊，尽量不让调酒进入被第一追击的这个状态，这样的话可以在救人位救完人以后去找调酒补充一瓶多福林，调整一下状态。对的，前期这样的一个阵容，这样的一个选点，对于艾维这样的角色来讲就是两个字，博弈。是，但是选到了右上角的话，那这一波反而调酒师还是比较近的，不过上来应该会先去干扰一下附近的求生者。嗯，肯定要去小木去干扰一下那边那个杂技，是，他也不一定会把首选的目标设置成调酒师去追了。对的，那考虑到这边的一个天赋可能还是挽留张狂带闪现。是的是的，哎，求生者会不会多带几个双弹呢？哦，有两位带了双弹加飞轮。是的，是迪斯的一个古董商和神坠的调酒师。是的，狮子带了一个化险为夷，而 Dragon 就是双弹的一个杂剑员。没错，这把的话也是他们想去争三嘛，争三的话可能天赋更极端一点。现在就比这方面，本场对局是由 APA 朱雀的监管者对阵 GW 战队的求生者，与解说伊文压几为你带 IVL 实时赛况解说。在这边东玄一四人是往中场的方向走，本体的话可能要往墓地的方向赶吗？没有，是想去木屋。对，想要去木屋干扰一下 Dragon 的一个杂技演员。是的，这一四人可以先在中场附身一下古董商，逼他去换一台密码机。哎，但直接传了过来，选择追击了。61%的侵蚀度，哎呦，上得很快。是的，这一波后的有点没想到啊。那这样的话，开局24秒就直接进入到一个危险的一个区域里面。没错。看一下这一波一时人能不能直接吼到，就看下一喷，感觉是有点机会的，身位越拉越近，这一波吼迪斯能躲掉吗？出手了，哎呦，躲了，躲掉了，非常的细节，而且刚刚还是回头去看了一眼那个艾维，对，而且利用场上模型，哪怕艾维那个时候吼了他其实也吼不到。是的，因为模型挡住了，因为他当时是贴在这个101窗的墙边的，他是盯着里面看的。对，那现在73的一个侵蚀度还在往上涨，手里有棍，哇、哦，然后看一下飞轮，飞轮会选择直接顶掉吗？但这边东玄也没有选择再去看迪斯了，他不让看，他不让看，他怕你这个时候100点，是99，看一下飞轮没顶掉，正常给到一刀，先吼一口，那有飞轮的机会，给到一刀，没交，那接下来还有一波寄宿的一个机会啊，是的，而且手里还有闪现。看一下这一波附身应该在窗户面前直接传过去，这一波是有机会能进的，一波吼先打断了一下，飞轮冲窗冲过去了，手里没飞轮了，但是96的侵蚀度很危险，直接给到一刀直接击倒，这边是有地下室的，但是场上的密码机其实也是比较多了，因为开局没有去干扰到特别多的一个密码机。这一波把人举进地下室啊，看一下花园那边是直接撒手走了。对的，那边是调酒师，那这样的话其实伊斯人可以跟着调酒师走，预判一下调酒师的位置，不在这边，那就是在大推这个方向。那野人救地下室的人其实还比较危险的，你要么就卡着卖了算了，要么就是你下去有可能会被打一个双倒。不过这里看一下东玄，人来了。是的，先寄宿一波椅子上的人，看一下位置。没错，地下室两个圈全占满了，双重逃片，很危险，80、90侵蚀度很高，这边要给到双倒。是的，而且二阶开起来，外面的一个古董商手里没有飞轮，很难再进行26。那就看一下这一波追出去，古董商身上是没有附身 CD 的，所以他是有机会能够牵制起来的。对的，
要看一下这波双弹要怎么交出去，要把这个距离先拉远，卡在了窗户。东玄也没有着急追啊，他还是想先控一四人，看能不能去干扰一下附近破译密码机的穷者。嗯，再往前面走的话，飞轮还有四十秒，是。而身上的一个轻速的计速的一个 CDA 也只剩下最后十秒钟左右落地，而且八十直接叠满，直接给刀。看一下小门这台是一个六十左右的遗产，嗯，不会特别多。对，那这样的话再度干扰到 Dragon 的一个杂技下一波是没有办法再尝试去保椅子上的这个古董商的。是的，因为古董商已经完全没有道具了。但这一波在附近被干扰的话，感觉要不看飞轮快好了，尝试一波，尝试一波救完以后再去找调酒师去调整状态也不错。是，刚刚那波又喷到了 Dragon 的一个杂技，那杂技身上二十四的一个侵蚀度，再过来的话，其实侵蚀度。吼一口有危险，但这吼躲掉了。是的，其实是长得还是比较满。哦哟，对，那这里杂技能走，但是双弹飞轮的古董商没有一个三六的可能性。再被挂飞的话，场上密码机还是不够的。是的，主要还是落地以后立刻被打到了针对啊。密码机还差最后25%，没错，但是25%修不了。刚好四人会一直留在这里。是的，刚好就在小门的这个方向。熊者接下来就开始三个满状态拉扯了。嗯。开始去慢慢的去压迫求生者，消耗道具，因为小门这个位置是不会有人来的。是的，这边手上是有闪现的，就看一会怎么处理吧。清一下板子，中场确定了一个狮子的位置，但是外面还有一个神坠的位置没有选择去看出来。嗯，那神坠这个时候也偷偷摸摸的要去补密码机了。这一波应该是在墓地先开台新的了。对的，不敢贴小门。是的，因为这台25%的一个遗产机的进度，要修的话其实还看你野人下猪直接传过来，先打一下你的状态。是的，这一波再传回去，继续管住小门的这台密码机。这台密码机八十，墓地的密码机已经在修了。是的，这边东玄直接去墓地找神坠，思路很清晰。他现在就不着急啊，我二阶好了，打你一刀状态；闪现好了，打你一刀状态，慢慢磨嘛，把你道具全磨完。对，其实现在调酒师需要站出来扛压，但是他没有办法去扛，因为他的双弹飞轮，但凡他有回光返照，是，那这个时候就会去尝试去勾引这边去东进行一个追击了。嗯，这波传墓地也没问题，先过来看一眼啊，留了一个二阶，下一波传送的话，他这个二阶过去是有机会拿刀的，看一下。是，但是这波二阶落地时间没卡好，没错，还是想省下这个二阶，看看这边应该是要给刀了，这里不敢翻。那这一波墓地跟大房两台都是50多，对的，这刀给出来，那也就判断出来了，杂技演员身上是没有飞轮的。是的，这一波刚有飞轮的话早就顶掉了，再把野人给逼上猪。密码机控野人轻易是不太敢下猪了，现在就是本体站住一台，然后把这个二阶捏在手上，外面两个半状态的随碰密码机，他传过去都能咬谁。是，二阶落地是神坠的调酒师直接给到一刀，但是双弹飞轮并且手里还有酒。是的，看一下这瓶多福林应该是能够回上的，但是手里有闪现不好说，因为外面两个半状态，如果说东玄这边想要去强行击倒神坠的一个调酒师，外面不好救。是的，但现在密码机已经压好了，熊者是会考虑直接开的，毕竟神坠那边是没有带回光返照。是的，现在本体压住了大门。哎，如果闪现在这个位置把人给秒掉的话，其实是有机会增三的。对的，神坠手里还有一手飞轮，看这手飞轮能把这个闪顶掉吗？先把一只人拉到大门，接下来神坠一定要拉远，不能给到闪现秒人的机会，不然就会被删的。对的，传送落地，二阶还没好，这个时间点卡得非常精妙，又是卡了一个二阶，然后逼你的穷者去点大门，用二阶去秒大门的人。对，这个时候狮子又上猪了，在大门的这个位置，异次人又架住了。没错，一旦说手里闪现快速击倒 Dragon， 那场上但 Dragon 道具还是挺多的，他也会一直无限交球啊，不给你有拉近身位的机会。骗了一波红光，看一下这应该果断闪了，闪现击倒，闪倒以后穷者仍然是没怎么碰门啊。嗯，这波也排到了野人的一个位置，而且落地要木摇，而且落地59侵蚀度很危险。是的，这一波一神就算吼到了，其实也比较难，能不能长出来一点红光直接击倒。是，那这样的话求生者另一边的门不好点，先把野人挂上。神坠那个位置一定要去先拆陶片，但拆陶片要花时间。再把一神控去小门，时间应该是够的。这一波就是硬点了，硬点。如果你敢传过来的话，那边杂技有机会能偷人。对，这一波就比谁的耐心，比谁更有耐心。是必须要逼东玄落地了。是，我觉得他这里得硬点，因为
其实 Dragon 已经给到了一个耳鸣了，东玄肯定更想处理脸上的杂技的。是二阶手里还有一秒钟，看一下这波二阶能不能落地。是的，落地74的一个信实度，一个红球直接跳出。对，而且刚刚神坠是没有选择第一时间点门，现在要去再把门点开要花时间。棒棒下一个板，有板弹的机会。这一波吼非常关键，有机会吗？必须得吼到，必须得吼到，吼到了，真的吼到了。这个已经在疯狂的360度看了，还是被东玄给吼回来了。是，那这样的话，击倒杂技把人牵回来就是一个三抓，在第一个回合直接斩下了一个三抓，是的，5-3。这把求生者已经开门战已经运营的非常好了，我感觉就都没有给到太大的机会。嗯，一直是由红蝶那么强势。但是我同样的也是可以钻洞，钻完洞以后再出钩去打你一个拉近身位。嗯，对的。来看一下这边的选点，桥上应该是一手野人，然后鬼屋的火灾调查员，起点的一手先知，再上终点站的祭司。是的，哦哟，终点站这个角色感觉有点拼啊，还是得跟鬼屋换一换吧。对，得要换一换。对，因为他的终点确实祭司没有太大的作用。对，而且面对鹿头这样的角色，一旦把终点站一个通道给他封起来了，这样的话接下来祭司的这个洞会很掣肘。嗯，是，其实倒也还好，因为你那边夹子一封，我直接从轨道上打洞过去，对吧？嗯，但是就可能怕被架住，最终还是选择在了二站底下的一个位置。没错，往左边走是先知，而往下面走是鬼屋的一手祭司。对的，直接可以去逼先知的一个走位。对的，然后考虑到这边的一个天赋可能是底牌挽留带移形。哎呦，那你如果出车的话就要需要斟酌一下了。是的，然后双弹飞轮的 Dragon 的先知，飞轮的祭司。嗯，那只需是双弹的火灾调查员，一旦化险为夷的狮子的一个野人。没错，都在预料之中吧。但是就要看双方选手的一个博弈了。是，那么将进入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朱雀的监管者对阵 GEW 的求生者，有解说鸭姐解说一文为您带来 IBL 秋季赛实时赛况解说。看一下，往左边走是 Dragon 的先知。没错，这边先知也没有选择往车上走啊，他先到鬼屋板区进行一波牵制。对，咱们前面直接勾到板子，看一下博弈。哎，恐惧震慑，开局15秒直接恐惧震慑，那这样的话问题很大。主要是先知这边想着说，嗯，你出了一勾拍下来，就是你出了一勾，我趁着你勾空的这个后摇，我直接把板子拍下来，然后直接一个窗台拉走，有点阴差阳错了。但是这样的话，玄思预判他在板后，他直接出了勾，15秒直接吃个震慑，对于琼斯来说，这边很难打回来了，真的很难打回来了。对，东玄来说，但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去怪 Dragon， 因为 Dragon 他这边也是想着去尝试一下，对，抓住这波机会，一旦翻出去就是海阔天空了。但是没成功的话，就像现在这样，15点真的很大。是的，东玄这一波就是从未有过如此美妙的开局。太快了，太香了！现在开局1分钟，这边先知甚至都要过半了。哎呀，失职了，这波救人吧，直接掏了下来，一波飞轮还是失败了。没，那这样的话，不过那边至少有一个大洞，应该是想来一个大洞，乾坤挪移一下。这边东升也提前走掉，意识到了，嗯，想要把这个人保活。这个洞是直接到帐篷，对，先打到先知，确定先知的位置，然后手里有移形，不着急。没错，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到三站过去的话也下进。对对对对对，就看接下来这个钩子，因为前期这波接的球子太快了，球手这边没有办法去防。你们就算摸起来，摸起来，哎，走脸哦，还好有火灾调查员，有祭司的辅助。是的，先知手里有双弹，还有鸟，但是这边没有看到小樱妈，看到了，回来两个人都看到了。这一波要强行帮忙保一下了，把节奏看能不能争回来一些，一定要把这个钩子给他扛到。我这个点位。还要继续扛吗？先知的鸟顶掉这钩，但是二阶开起来。是的，这个位置很危险，直接滑下去的话，旁边还有祭司可以打洞再保一波。神坠还在陪跑，这想先打一刀，飞轮失误有点可惜。看一下，
先知那边躲起来了，这波脚印，哎，看到小碎片了。是的，要面对的是一个开了二阶的路头。没错，这边是有火灾掉出来的一个气囊，但是这个气囊位置比较尴尬，应该会到时候会被率先处理掉。是的，这个点位一波反绕，绕到了吗？哎哎，但是两个人刚好错过，他想偷袭，对，想打一个震慑勾，对，也是。那这样的话，打到火灾掉出来场上密码机节奏不多的情况下，状态又掉得太快了。求生者必须去补状态了。对的，或者说先知接下来这波牵制必须要牵制起来了。没错，而且一旦牵制起来，牵制不了，密码机就根本不够。是的，那一波打了火灾一波状态啊 ，Dragon 也只能被迫转走，因为你继续架这个点还是很危险。对，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一旦 Dragon 牵制不起来，外面能来救人的只有祭司和先知，但他要来救人得先补状态，先补一个夹子。然后再逼近身位，这个点位没法进夹，飞轮顶夹，飞轮可以 ，CD 是好了，很秀，但是这个位置还是被架死，一直在减速，给到减速，哎呦，这里鸟是没有吸出来，那也没办法了。但是我们看到此时时间，其实先知这一波救下来是保了非常非常久了，对的，但是密码机仍然是不到三台，是，还是会有压力，对的，对于东顺来讲，现在节奏只是稍稍不好。但如果接下来求生者给到机会，还是一个平局往上走的一个节奏。是的，那看到这里神罪已经从帐门后面摸了过来，这一波卡的距离还是比较远啊，有耳鸣了。这个淘汰金条比较危险，可能要考虑卖了吗？应该是要考虑卖了，应该是要卖了。但是这一波火灾是被通缉的，火灾的位置选择往河对面走。这是一个二阶的路头，并且看一下把这交易行追吧，直接切的传送也可以落地，是谁落地？是野人，哎呦，秒了，秒了，很聪明的选择。是的，我以为看一下有没有地下室，地下室就在这里，坏了，这一波挂地下室，挂进地下室还有机会，还有祭司手里还有两个洞，但是一个洞必须要打过桥，还有一个洞得要用来打地下室的洞，没错。但这样的话，东玄会提前拦出来，看这波拦截怎么打。这边是可以放夹的。这个地方，你可能还得再交一个洞，还得再交一个洞进去。对，这个位置外面被拦到，哎呦，拦到了。要打地下室的一个洞打进去的话，会有很大的压力。反正我先勾，不让你打洞。是，这个位置手里有两个洞，我先第三个洞拿个钩压迫你，打断一个洞。第二洞也打断了，还在等，在等，看你还有没有洞。肯定有洞，但这个洞不敢交，因为一旦交在脸上肯定百分百打断。那你不交的话是慢性死亡，因为我的钩马上要好了。两秒钟，先拿一刀，看你没法抢救。里边密码机还在修。是的，也只能修了呀。这火灾两手空空。再一个飞轮，顶掉了吗？没有办法再强行躲掉一钩。对的，这个位置还是被架死了，没有办法进行牵制。那现在就等下一个钩子吧。现在东玄的容错率是非常高的。是的，随着野人被挂飞，场上密码机还剩下两个30%的密码机。哎呦，这个位置勾到祭司，手里传送还有最后十秒钟，不敢修，不能修。没错，因为他现在是一勾倒的一个状态。对于东玄来说，可以把人给先往河对面举一举，不过他直接选择放下来了。那么就是人出去，然后一会再传送回来走。对，主要是手里还有夹子，我去密码机脸上布满夹子，你敢修吗？你不能修，你拆夹子就暴露位置，不拆夹子等乌鸦出来，我到时候传送落地一样击倒。是的，这里也是排到了只需的一个位置，卡一个红光，想骗一手这翻窗，再跟着走，红弹拉开，再拨钩子，剪刀速。是的。这个位置不太好走了呀，在第二波减速直接勾倒。那这样的话，另一边祭司的位置也不敢去点那个密码机啊，密码机没有在抖动，但是祭司的一个残局就有说法了。是的，这一波他是可以等路头拉出来以后再去给远处的队友打一个大洞的。对的，地窖的位置是在活木马，求证者这边肯定是给到这个信息的，但是祭司的这个位置无所谓嘛，现在东玄有的是时间可以拖，密码机差的走一圈总归能排出来，因为你首先是鬼屋，我两边布上夹子之后，鬼屋这个点就直接废掉了。而且关键是你那边给他起大洞，他是可以直接传回去的，传送落地。是的，这边大洞起出来，但是没敢过去。对，在等。他其实可以通过这个大洞确定祭司是在起点方向的，我直接在一个二阶勾勾回起点去排你祭司的人。是，刚刚是看到那个祭司的大洞的位置了，确定祭司在另一个半场。
但是我当时在想，这把是不是有可能能够把火灾给摸起来，再两个人一起钻回去了？但是可能也是怕吧，觉得两个人都窝在一个地方不太好。主要是钻回去之后，两个人的位置还是会被发现。这边想要走地下室，但是直接被勾回来。没错，而且还骗走了飞轮。手里是没有自己的，这把应该是要进入一个试抓节奏了。是的，就看下一波东玄的嗅觉能不能非常敏锐的嗅到子旭。等下一波勾吧，下一波勾好了，又是一波。再看桥上去排点，桥上能够看到吗？刚刚应该是有建筑物遮挡，因为是躲在了那个小箱子的后面，但现在有可能看到了。是，但是他那个屏幕真的能看到吗？我们这个是超大屏。这边秀出来了，但是好像是看到了，真的是看到了。看下一个，也确定了子旭当时是在桥上的。对，那这样的话一波钩子钩中，黑波飞轮直接击倒。让我们恭喜东玄在这样的一个回合直接拿下四抓，可以说对于 GW 来说，是的，但他选择了入头。那这一把看一下也会不会再创造一个入头的四抓奇迹？很期待，真的很期待。其实低保最近的入头使用的还是比较多的，而且他入头对他的一个胜率也比较高。那我们看一下选点方面，飞行家选在了终点桥上的大副，鬼屋的一个勘探员，以及起点入殓师。那给到路头的最好的一个追击目标肯定是终点站的人，终点站的飞行家。但终点站这个人不怕你勾啊，对吧？你勾到了我以后，我可以在深空拉远距离，所以路头选择到了起点方向二站的一个位置。但这样的话很有可能去狙击一下这个入殓师。对，但是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中到求生者这边入殓体系的一个陷阱。但是我如果先到二站放甲，你又该如何应对呢？啊，很聪明的选择。哎，是的。那这时候这就是最早对鹿头拿出来的一个打法。对，那鹿头这时候选择的意义就有了。那我如果说放个入殓师的灵柩再往鬼板拉，对吧，也是一种打法。直接去打一个不同的思路嘛，就看我得去猜你放不放家，对吧，你得去猜我上不上车。对，看一下这边天赋行者三个双弹飞轮来了，开起来了，所以没有新的一集。那看一下星河，也是选择一个化险为夷。哦，地堡这边是挽留底牌带移行，是的，也是防一下车子。现在就比赛方面，本场对局是由 GW 战队的监管者对阵 LPL 朱雀的求生者，尤其说一文压几位，大家有实时赛况解说。是直接往起点方向走，不过低保这个位置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去二战放夹的。对，那这样的话夹子没放，前期给到的求生者的一个身位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先往起点放了，这个地方直接勾下去拉近身位。看下一个钩子能勾到吗？时间还有一半，钩子的 CD 还在，看一下要不要出钩，能勾回来吗？勾中，哇，这勾很快啊。没错，那弗兰这个点位也回不了起点了，只能在鬼屋板区去进行一波博弈了。是，但这就是弗兰想要的。趁你现在钩子还在 CD 啊，键板就下，多拖一点时间。那前面进那块板就有一个躲钩的博弈了。对的，但这个位置是个直板，是难躲。再勾回来，勾回来，飞轮还没好。没错，这一波看一下怎么说，会想着直接反身把移行先逼出来吗？感觉不太会，这个地方他反身的话，低保甚至都不用交移行的，可以直接走回去。但是最后一秒选择了反身。对，但是这样的直接反的话，密码机会修得很快。对，这样的话第一波直接可以修掉三台。是，外面是满速收机，飞行家跟勘探员的一个选择的意义就来了。然后下来以后再往一个比较难挂的位置倒，尽量不多给存在感。对，这个时候手里有飞轮，看一下这个飞轮要怎么交。那只能顶进板了。飞轮，哎呀，还是被打到了。两波都没博弈到啊，弗兰这个飞轮比较可惜。是，那其实大副那边是可以破一完的。对，接下来有个问题，救吗？我觉得可以不救，可以不救，真可以不救，没必要给自己创造难度呀。对，对吧？这个局势已经是很明朗了。对于求生者来说，我大副去卡着，有机会，好，我无伤；没机会，那算了。对，而且最重要是看一下求生者的天赋。哎，这边可以看到三个双飞轮，三岁是直接起了起点的密码机啊，想给点压力。那这一波感觉是还是想操作一下，对，还想再救，因为这一波你不来救的话，那勘探员直接下一波成为一个突破口，一波躲，
第二勾看一下，还在博弈，没有考虑交表，那这应该就不交表了。捡块表，看探员要过来保。这边吸一手，手吸得很远，哇，巨久这个鱼。那现在是由大副去进行交出来，对，大副去进行破译，看一下磁铁能跟得到吗？好像有点距离。怎么说？这个出钩没有？勘探员直接过来扛刀，来了，进一波卡位，卡得很好，这里打一刀勘探员，那勘探员手里还有磁铁，再要进行操作。没错，你这波往前跟，前面的那根电线杆就是你的终点，还在切死，来又吸晕，而且手里还有磁铁，再补一个。哎呦，这个还在控制，手里磁铁还在，还有十五秒。但是我们看一下密码机，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对，37%是大副在进行破译，这个钩子弄掉吗？没钩，没有。哎呀，吸回去了！这是什么情况？你勾他，我吸你，闭环了，属于是。想要伤害我的队友，那你得先踏过我的尸体，又或者我的磁铁。这勘探员飞轮帮我顶一下夹子，还要再扛刀，能躲吗？勾到了，又来一次。这波失误了，啊。只能说十步之内勾快啊，这一波确实是两个人同时出手，但是钩子先把人给带了回来。对，然后这个时候后面再解除了自己这个钩的后摇。说那现在勘探员倒了其实也无所谓啊，因为求生者只差最后的30密码机了，你要是挂勘探员的话正中求生者下怀。是的，这里直接坐车走，外面要兴起，没错，被逼迫兴起。然后勘探员这边的要求是他一定要牵制起来。是的，主要是勘探员前面道具和飞轮啥的已经交的差不多了，身上是没有一点保命的东西了。对，耳鸣一瞬间断掉，再回头再回去。本来想要钓鱼钓星河，但是这个钩子钩空了。是的，钩子虽然空了，但鱼儿还是上钩了，星河还是回到了起点。但是这是。有怀表的大副，刚刚那波救人是没有消耗过怀表的，两个怀表，这波有可能钓到鲨鱼了。怎么说？能找到这条鲨鱼的位置吗？好像并没有，猜不出来，猜不出来。没有关系，第二段表再给你续上密码。他现在可以再往二站走，你知道最恐怖的是，一会再摇个三段表，坐车走了。对，现在还要保持距离。是的，那迪宝这里就在起点把大副给挂倒也无所谓了，因为求生者那边他是。是，但这个钩空了就无敌了，这钩空了就能撑到开门战了。对，那下一个表直接能续出来，他这波钩空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求生者那边是有手能够再尝试去压门的。勾过来，直接出刀，手里的钩子还好，还能再接着勾。那直接表，直接表，哎呦，差一点，打到了，手上是可以切的，手里手上是可以切的，传送门还没有贴到。对。但这边玉林也已经贴过来了，玉林直接是到了二站附近在等，就是勘探员走一个，我勘探员送给你，你敢传吗？你要是不敢传，好，那么我这边至少走一个，你要敢传的话，这边耳鸣起来了，我脸上有个飞行夹，对，玉林手里有飞轮，并且还有高飞，看这波喷气背包的使用方法，高飞直接二三三段，他是往二站，距离不太够，他要把自己送掉，是的，那这场击倒另一边门已经点开。随着勘探员准备出门，那最终也是恭喜 FPS 朱雀拿下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波思路真的很好。嗯，其实对于低保来说，他这一把防守已经打得非常好了。对的，甚至说在防守的过程中还给到对手非常多的一个压力。是的，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够拿到三抓已经是非常不错了，我觉得。嗯。但也只能说比较可惜吧。对的，真的很可惜，就差一点点。主要还是上半场东玄的发挥更好一些。嗯，他也是，其实你正常在打的时候，你也想。